科呀，这还跑到这个极东边去拿物资，速度会非常的慢。三三已经发现了刚刚被驱离的 AG， 这一下 AG 是从北部绕了一个大圈。嗯，这个距离的机瞄 AK 应该是无法产生击倒。哦，目前看起来 AG 对于整个北部区域的这个掌控啊，好像是要略胜于微博和 4OM 的。你看刚刚 AG 其实是有一个被驱赶的动作嘛，在他的心目当中，在北部至少是有三个点位可以选的。但这个时候对于成都 AG 来说是比较难受的。首先他要想要拿到的一些好点位都没有拿到，是在他们踩住了这个教堂之后想要往外去分踩的时候也被驱赶回来了，很难受。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于一些外界的信息不多，没办法去收集，而且这个时候阶段二也快刷新，他至少知道这个 S 级的点位是有人站的啊。对，兄弟们只能站这种 B 级和 C 级的点位了。那也可以，这跟我们在这个赛季前期的评价是非常相似的嘛。是的，但是你只要啊，这个随着比赛的推进，能够把这个安全区吸过来，评价就会变得越来越高。你看 ，AG 的一波城的这个小高点是掌控了一部分面积，你看到这个位置啊，AG 自然赛。我们再看这边南部 K1 已经占据了，可以说是控制了安全区30%-40%的面积啊。这个打法对于 K1 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打法，打了两三年了都。这边那个弱侧嘛，这里 RSG 火车，没办法了呀，只能从南边的马路走了。东南边的马路你不能走，西边的马路你。阿杰好像对于 JTEAM 来说造成了一个比较惨烈的痛击。是的，完成了一波刷屏，但是默默也是连打带补了阿杰。这圈边呀，这和城区可不一样啊，你这城区就算被打倒了，只要哥们还在，我撞击到自己的脸上。南边的信息一收集，在等待安全区一刷新，再做决断就比较轻松了。那另一边一波城里面就比较乱了，所有东边进来的圈边队伍呢都选择扎进了城区里。而且关键呢，你看这个城看起来人很多啊，
确实人也挺多的，但是各支战队啊都站着这个安全区边缘，而且整个重心全靠西边，唯独一支那对于 Showtime 来说，这波不理解的操作也确实是让他们馋到了甜头。但是你要知道 Showtime 这边奇高一招啊，他居然放了一个99在高点踩着，这是一个一架三冲啊，你别以为他是盲扎。但是你一旦扎进到城区里面，在防区里打架，你高点的山头再怎么架枪也于事无补啊。给自己心里面一个安慰，我架着兄弟们冲吧。好，这是一波770的精彩回放。现在 VS 整个战队的位置还是处于南边啊，跟 RSG 隔山相望，希望安全区不要往北边切，因为一旦往北边切，你看闪电和花痴几乎是完全切死了 VS 直接往西边的这个动作。是的，而且 VS 的弱败是被 RSG 连打逮捕的，那对于他 RSG 来说是有信息的。而另外一边就比较舒服了， 4AM 踩着高点，舒服吗？真不舒服呀。那这样的一个圈型对于 4AM 来说，我认为站得比较开，而且处于圈边来了。这里说往前探点也是被抓住，这样的一个圈型出来之后，其实对于 4AM 来说就是宣判了一个死刑，只能往前推进了呀。如果你真要扎的话，他可以通过左上角的人数来判断，现在这个时候去城区那肯定就是死路一条了。但是呢，如果说扎的话，或许会有一线的生机。看看 4AM 会不会选择赌，会不会选择把自己在这场比赛拿分的这个命运啊交给其他人。但是这里三人编制的 4AM 好像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不是，主要赤猴都已经被敌方斩于马下了呀，兄弟们没眼睛了呀，里面什么信息都看不到，这对于 4AM 来说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个考验了，就看三三在这个时候给出一个怎样的判断吧，敢不敢去搏一搏，因为这样的一个圈型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没有任何的优势了。同样啊，跟 4AM 一样的状况还有北边的微博，他同样也是处于安全区的外围，但是微博他北部一直都是一个弱侧，他可以慢慢的吃的信息去进圈，对，他掌控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但对于 4AM 来说，他的西部是一个强侧，他到了一个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赛季的安全位置。这个时候明明跟美呆不仅仅是断后路，也是在驱赶一些想要绕边的队伍。看 4AM 在这个山头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侦查了这么久，最终是三三带头选择了要扎点。我是三三，我将带头冲锋。看他这个位置上马路之后选择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呢？一个蓝厕所没有管，小小剑也成功的度过了打手的枪线。魏无羡这个位置，这个吉普可不一定好走了呀。啊，小小剑先没了，那魏无羡车冒烟了。这个马路几乎是没有什么掩体的，还能够往前开，能不能停到山脚？没机会，反而是头车进去了。但对于 4AM 来说，这样一个难打的圈型能进来一个，我只能说有一点小亏。他们刚刚至少是被六支战都两手抓呀，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北京卫兵来说是不是有一些得寸进尺了呀？得寸进尺就看他们摸的角度有多大了，想要从弱侧绕圈的队伍拖延不住的时候再选择撤退，这想法是非常美妙的。但是他们选择了收，毕竟微博的分数啊容不得他们得寸进尺了。如果他们再在赛场上得寸进尺的话，回去他教练很可能就尺子上身了啊。说白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队伍有没有一个足够的自信心。如果说这个时候微博的分数是非常高的，那我相信他们绝对会有这样的自信去卡住一个车。当然了，对于微博来说，我觉得选择还是可以放在下一个圈，如果下一个安全区他依然处于这么好的面积掌控的话，他还可以拉出去打。我们再看这边南部 KY 和 RSG 星辰一个人顶到近点，队友呢？队友已经从西边赶来了，但是好像前进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不过好在啊，目前 RSG 处的这个地形太过于复杂了，而且弟弟又是一个倒地的状态，强行往前冲肯定是没有人正面帮忙。来了，另一边的体坛被微博逼到了扎点，直接扎到了三三的脸上，三三只有一个人，烟里面一波混穿，但是自己的状态也很差，没有能够拿到分数，体坛完美的占据了这个厂房。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4AM 为什么我会推荐他去打体坛，因为你和体坛处的位置啊在这个相对位置上是比较相似的，都处于圈边。对，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打他，你选择了盲扎，体坛是可以照猫画虎跟着你的步伐往前进，甚至是看着你进圈的那个地方，然后再直接打一波。 4AM 提前帮体坛去探了一波点，没错，这就是刚刚在那样的一个极限位置的选择啊，最终给了一个结果。是的，有点可惜了对于 4AM。另一边来说，圈型的南部三支队伍 K1 RSG 以及 VES 打成一团。好吧，对于 K1 来说，兄弟们终于是靠近圈边了，而 VES 那边纯洁倒了一个。
这个时候对于三支队伍来说啊 ，K1 跟 RSG 都已经摸到了圈点，最难受的是三人编制的 VS， 这 VS 不仅没进圈，还要被三支战队架着，有点难受啊。高点的 TT 枪线是覆盖的非常漂亮的，这颗雷非常准，没有炸到，方向非常的准，但是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弹了一库。现在啊，对于 K1 来说，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两支战队 ，TT 和 RSG 都在同样的一个方向架着他们。我们看 K1 后面有人动了，还有童家宝。K1 在动，九八 K 拉到了 VS 的身上，他要以一己之力面对 K1 的三人，虽然已经倒了两人了。现在只有杰，状态也很差。九八 K 没有听到脚步，啊，小帅帮了一手。那这样的话，九八 K 的载具也没法用。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距离，只要你的烟够多啊，应该是能够从 TT 的枪线下躲出来的。不太行，哦，好像真不行，这个没有载具还要过马路。你看星河这个视野，九八 K 不可能过来。这还是军墨打的，我的妈！这从另外一个方向。你看星河还一直提防在那一边，小智也倒了，星辰也帮不上忙，没有火力支撑的他，九八 K 跑到接收区外围开车，这个车能过来吗？这要汇合的话，那就是 PL 一大奇迹呀、啊！回来了 ，PL 总共两大奇迹，第一就是 K1 在雨林地图的阴人，第二大奇迹就是在沙漠地图的汇合，果然是兄弟 PL， 兄弟和平精英啊！好，另一个圈型也是刷新，给了一个东北切。那今天这一局的圈型其实是在无限的眷顾北京微博，纯纯的防区，纯纯的防区作战。对，而微博掌控了整个一波城北部，其实他这个点位啊，踩着一部分的高房间呢，啊，可以卡着这个马路南边很多的位置，但就看微博啊，会不会把西北边的敌人限制在这个城外，就是现在童家宝可能也在进行绕行当中呢。是的，另一边 K1 三人编制打好状态之后，两台蹦蹦往里扎，宝宝位的小智应该是走不掉了吧？谁说啊走不掉了？咱们进不了圈，必须要进来啊！兄弟 PEL 最好的 PEL 来了，兄弟两个人，怎么把兄弟小智给放在路上了？那没办法。另外一边，童家宝面对 AG 的冲锋，枪神一个人顶到最前方，后点架枪的队员有点远，这个大仓直面 AG。太漏风了呀，身后的天霸余生出枪收到了军墨。你看啊，你的枪线好，可以覆盖到很多敌人，那也代表着很多敌人也能打到你。是的，你刚刚在这个位置打南边 RSG 打的是爽，结果人家一推进你就没办法。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RSG 目前还是保持着一个满编，这种没有想到，就像你没有想到 K1 能够安全进圈一样。其实大家都应该明白都能知道，就是到圈型给到城区圈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只要有任何一丝丝的机会都要考虑到往圈中心去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安全区刷新之前啊，前几个阶段大家不会一股脑的往城区里扎。对，因为不管城区有多复杂，就当你确定是一个城区圈的时候，你再进去一定要考虑到第一时间就要往中心点去挤，因为你一旦稍微犹豫了一下，可能你的周围就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那到那个时候，你想再走的话，基本上不可能了。这弟弟是明显犹豫了一下，想要挪车啊，最终被抓了一个 timing。但是好在兄弟们在。那现在对于 RC 来说，我们看他们的团队物资，手里面烟是足够的，而且还有载具。就算下一个安全区刷同心圆，他们也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操作空间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对于 RC 来说，这个大仓，它的正面是面对的城区里面，相当于他们是无法进到里面的，进到里面是没有掩体的，只能在大仓的背面去做一波暂时的发育。 RC 的正面就向着整个城区敞开，对，你们谁想打我尽管来。他们这个时候很难受，有点相当于没点，三颗烟能够把没点化为有点吗？这三颗烟还在持续的受到北京 JDE 的枪线覆盖，小北和九九手握两颗雷，这个时候可不能第一时间进啊，得再铺这个3到4颗烟才能通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RSG 目前来说应该是没有载具了，有两台蹦蹦着着火啊，不知道能不能开。让它着着火。要选择铺满烟路。哦，这不止4颗烟啊，这是6颗烟已经铺上了。奇可的蹦蹦直接被北渊搞掉，不过落地直接一个铲车把帅狗打退了。没有铲倒，反而还被接了一波下车，很可惜。另外在烟雾中的花痴能否化身烟中恶鬼，这已经不是烟中恶鬼了，这是烟海恶鬼啊。这样的一个烟海也没有能够让花痴鼓起过马路的勇气，很难受啊。
这一波的进攻已经被完全瓦解，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TPP 模式下，哪怕你的人数是劣势，你也会有防守的优势。主要是这个地方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说这个大厂房太难打了，太漏马路，然后又是一个朝着整个城区里的这个大厂房。是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刚刚三三这个体坛啊这么容易被冲击掉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三三扎到这个点位的时候能够安全的下车，因为这个防区城区里面没有人选择会要，可以说是整个一窝城房价最差的一个地方了，没有人会选择在这边办公。嗯，而明明选择的这个加油站啊，就是目前赛场当中炙手可热的点位，还是卡住着整个北部。刚刚在 RSG 选择进攻的同时呢，圈行也是给了一个南切，那对于吃了好几只圈行的微博来说，要选择进圈了。刚刚明明已经踩在了北部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收集到城中的信息，如果说能够给到一些击倒的话，对于后点往前冲锋的人是有一个好大的帮助。金人率先带着队友扎到了里面，但是一个背身六个的七杀，七杀和像素的配合直接把微博的进攻瓦解了。嗯，近点上车，明明也倒地，那应该只剩下北斋了。这个房间是进不得的呀， TC 所有的人都在，这是 TC 的老巢。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问题啊，当给到城区圈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第一时间往中心点去挤。你看现在的北京微博就是这样的，在给到他们好几波圈形切角之后呢，他们是没有选择往中心点去，而是选择了控制住圈边弱侧。在这个安全区刷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北部的这个马路啊，是把整个城区切分了一个阴阳。是的，他们一直选择了阴阳的北部，而选择了控住一个弱边。其实你在山地站控弱边是一个合理的，那城区站一定要选择往中心去。山地你控了能推，在城区作战想推那真的是有点困难了。是的，再看这边天霸，最开始就是酷酷说的啊，直扎全中心得力的战队。余生没有打过三范，利用一个小防来回的 pick 很秀，但是呢没顶住。主要是他这个掩体啊并不能覆盖赞赞的身形，只有一个小小的箱子嘛你就算蹲下的话对方也能打到你的头。是的，所以最终没有办法啊。那居居还能够把自己的队友余生扶起来，沿着这个防区往东进，还有一个邻居房，那个房呢也在房间这个安全区内，进去之后很舒服。我们先不说这个圈形啊，我还是比较关注一下目前的花痴他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目前的花痴啊能活在这个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往前直走，要面临的有高铁防区的满编 JDE 一家。嗯，而且我们的乐乐也给到了 JDE 一家最高的吃区胜率。什么意思？詹大笑想要拯救一手花痴，没有把 TC 放在眼里。TC 目前是一个满编。哎呀，其实现在啊，在阶段八梅花桩有可能刷在任意一个方向的情况下，谁能吃鸡真不好说。来了，花痴一波极致的干拉，秒了！还有机会吗？这个方向只有竞争一个人手，龙仔和夏小库打到这个窗口，至少要花20秒。已经来了，来了，990射速的 MG3，没办法，有掩体嘛。这个说实在的 ，JDE 如果没能扛下花痴的话，那绝对是犯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失误。那确实说不过去了。这好在这个窗口兄弟们能够及时汇合，而北渊呢也没有丢失到自己的任务，依然在努力的看着圈中心的一些情况。是的，那么想要离开都是很困难的。是的，看看这个梅花桩会刷在哪个方向，给到了天霸、余生和顾居居，而且要知道天霸的这个点位是一个极限圈边的位置啊，这是一个 L 房，这是一个旅社，而 98K 啊、哦，这是 K1 的一个位置啊。天霸和居居他们是站着一个四方形的房间。是的，梅花桩就是给到了听派跟天霸的中心这个位置。没错，很可惜的是居居和余生啊这个房间是不能上二楼以上，这个二楼是比较容易挨打的。他们这个时候对于天霸来说，他只需要往前进一步，进到这个蓝楼，铲除掉目前的两人边是听派，他就相当于拿到了全中心。是，说的真是非常轻松啊。那听派只需要防守住两人边这个天霸他也相当于控制住了全中心，说的也是非常轻松啊。二都是二打二嘛。嗯，而陈川川这个时候居然选择了，这应该是和刁稳健想要汇合吧。没有，他选择往前打啊。他没有注意到梅花桩给到了他吗？逆梅花桩而行，这是重庆听派在这个圈型给我们的一个答案。陈春川想要来进攻，但是刁文健吃了一个竞争的雷，而王源这边雷也把另外一个方向的星辰给炸到、啊、陈春川直接被淘汰出局。那这一局的听派应该是没有关注到梅花桩的刷新了。而顾居居对赛场上的信息把控的非常的足啊，他命点掐得很巧妙，一枪未开拿下了圈中心的梅花桩，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甚至还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卡着整个马路东边的人。而且这个梅花庄的点位是一个蓝楼，要知道蓝楼是有四层或者说是五层的一个房区的，而且那个上楼顶的楼梯它是在背面，可以上楼顶进行一个抽法。你看余生已经上去了，那这样的话掉委员有点小弹枪，脚下小小库混进眼里有点小弹枪，余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握住，同时给到自己队员一个信息，脚下是进人了，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倒地。这个时候相当于是天霸的二打八，二打八一瞬之间就少了六个，二打一了啊，什么情况？估计就一颗雷杀了打了几个，现在只剩下小小库。余生和居居在这样的一个蓝楼当中是分层而战，余生他从天而跃来到了一楼，要和居居打一个协同，来一波里外协同，小小库在外围翻进来，提前枪秒掉一个小小库的机会，不会吧，弹窗出去，对方已经听到脚步了，提前加一个跳枪，身着烈火，最终还是倒在了小小库的枪下。那我们恭喜北京 JD 一家，詹大笑诚不欺我，在第八圈的时候还有六支战队就给到了他们一个最高的胜率，这真的让我没有想到啊。其实我在梅花庄出现之后呢，我也能够首先是独狼的 K198K、满编的北京 JD，再有一个孤居居的一个枪线，是三方对准了广州 TC。 哎呀，在最后时刻我相信没有人不会羡慕余生的那个高点打把位，确实太爽，实在是太舒服了。但是我认为最后还是应该再鞭策一下的，最后的一波二打一协同太碎了。是的啊，虽然已经从飞快的速度啊从这个楼顶往下跳了，但是来到了一层之后这个进攻的节奏还是没有把握住啊。但是这也能从侧面去说明小小库的一个个人能力，大家还记得小小库是多少万的身价引进到 JD 的吗？太久远了，那可是200万呀。这毕竟带着200万的身价在此时此刻呢拿到这样的一场胜利，确实是他自己应该做的，同样他们也把握住了啊。那另外一点，我们一直在这场比赛关注城区外围的这些战队的动作，我们也不要忘了 JD 在城区南边他们的一些行进路线。其实他们跟微博就是两个鲜明的对比。微博在圈型给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只选择了卡住城区的一个圈边，是卡住一个弱侧。但是对于小小库，对于北京 JD 一家的，他们是不断的往圈中心去挤，他们是往圈中心去拿点。这个只能说时也命也运也。你要知道，微博在这场比赛阶段期之前，他们做的动作，不说全场最高吧，那绝对也是排在前三的。是的，他们在北边整个的动作是横跨城区横跨山头啊，一会儿来到山头一会儿来到城区，但是奈何这阶段期他就往南边极限刷呢，这是谁也没有能够料到的。但是也是侧面的说明他们在前期没有做好一个好的充分的准备。是啊是啊，这个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极限复杂的城区做出一个100%的万全准备，我觉得谁来做都是挺难的啊。另外呢 ，JD 在这样的一个高点，确实是凭借着他们的枪法，把南边的人都控住了。是，你说幻想一下，如果这个阶段六、阶段七的安全区往北边极限刷，那微博是不是也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畅爽操作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是的，来看一下这局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积分，是因为北京微博的一个改变跳点，是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成都 AG 他在想要拿到自己点位的同时，都已经受到了一些阻碍。导致打乱，你只要能保证自己能够在最后需要作战的时候是一个满编，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只是很可惜那波团战啊，打过了佟家宝，但是好像再往前去进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其他的枪械，那个突破有点太夸张了，对吧？兄弟们全干了。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榜的第一，北京 JD 一家凭借着这场比赛的17分一跃来到了榜单的第二位，53分。苏州天霸这一局虽然说没有吃鸡，但是也凭借一个高淘汰16分也是来到了53分。这场比赛我们要找啊，往这个城区在复杂情况下进中心进的最主动的战队，那绝对是苏州天霸。他是好像是所有场上队伍里面第一支选择扎点的队伍，他比 4OM 快，比这个 RSG 快，比体坛 快。是的，虽然说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被淘汰了一个，狙击也被打倒了，但是只要扶起来就能够踩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但你仔细想啊，这是一个城区和场比赛嘛，对吧？这就是两难嘛。我们在夸完这么多队伍之后呢，有一支队伍我认为应该有些问题了。重庆听派怎么说呢？梅花庄给到了他们呀。我觉得阿刁可能是在 OB 比赛的时候看过我那场说错梅花庄的那个比赛啊，他自己对梅花庄应该判断有一些小小的失误。好，那么结束了这局比赛之后，我们来通过这个胜利时刻来回看一下精彩操作。捐去了，对，算一算，点上了一个，牛逼。
会接完。到了这里，要不？把对面补了呀。A G， 右边，先躲。拉了一起打。牛逼牛逼！牛逼！打一个打一个，冰冻都是一个，再打一个。牛逼！牛逼！二打一，二打一。对，这对这。牛逼！自己这局的顾居居个人是拿下了七个淘汰，是的，也就是说他距离目前的淘汰榜来说也是非常接近的。他是在淘汰了释怀之后啊，直接把这整个 TT 团灭了，最终是七个淘汰，三个击倒，一加十 Pro， 十九稳帧，一击制胜，恭喜他拿到了 MVP。真的，对于天霸来说，成也投之物，败也投之物。他那一波团灭 TC 的时候，我们刚刚看了精彩回放嘛，是先一颗火，再一颗雷。刚好 TC 四个人被蓝圈逼到一个边缘位置，雷火交加， TC 全部团灭。然后呢，最后二打一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一颗火跟居居好好交流，这不怪我了吧、啊、这个火可不是我扔的、啊、这不能再怪我了吧。虽然我们调侃归调侃啊，但是天霸前期的一个出色的选择、嗯、啊，后期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和他们稳定的投掷物啊，虽然说让他们痛失了这个吃鸡的这个分数，但是淘汰分还是拿得非常舒服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天霸来说，咱们这一轮的季后赛是进前三啊，没错，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还得继续加把力，加把力减少这些失误。没错，减少失误，在接下来四场比赛持续的稳定拿分进前三、嗯、应该问题不大。同样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迎接接下来的比赛，待会儿见。猛进啊，越来越状态越来越好，等等等等。然后道具组呢也是 RWK 啊，可以说 RWK 现在有点一超多强的态势啊。按之前来说还有 AG E-Star 的对手啊，但是 AG 进来的比赛也输啊，然后 E-Star 就更不用说了，这是连败。所以好像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其实各个队伍的实力还是比较平均的，这个赛季不大可。刚的那场比赛打完之后啊，我还在不停的回想啊，因为在城区作战当中
临湘界的作战啊频次实在是太高了。是的，而且在这些城区作战当中啊，首先防区离得比较近，在圈形不断刷新刷小之后呢，其实各支队伍离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没错，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三方甚至于四方一个混战。是的，小八 K 刚刚应该也是现在啊，应该说现在不停的在这个地图当中回看刚刚制造的这个辟谣两大奇迹 不不不，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来看雨林地图的一些细节，因为现在沙漠地图今天已经过去了就已经开始看雨林地图了吗？对，开始寻找在接下来我要在什么地方出手了，这是辟谣的另外一大奇迹。嗯，而另外对于 JD 一家来说，目前积分已经是来到了非常靠前的位置了，稳定住吧，接下来四场比赛。小小库也是上一局凭借了一个一打二帮助队伍拿下了胜利。我相信在很多观众脑海当中，稳定住吧，就很明显这个赛季的一个常规赛来看，北京 JD 一家的一个常规赛积分是在前五的，所以说他们这个赛季的一个状态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是找对了方向。没错，慢慢的在向强队去靠拢，主要是一直在发挥着自己的优势啊。嗯，能够在如此频繁的变更阵容并且带着这么高的积分啊，我觉得这支战队确实是有东西，至少代表着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好，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佟家宝的香神黄色，佟家宝正义执法官，他也是在前段时间的这个没什么不能逃对逃大赛当中啊拿到了亚军的好成绩。我以为你要说冠军，原来是亚军啊、哦、他就是为什么叫香神呢、啊、就是因为在对逃当中啊他不断的卡箱子，卡箱子让对方寸步难移。我觉得在 PL 的比赛当中啊，一旦让黄 Sir 爆出一个掩体，那他就是联盟当中的第二个神。其实这个对于所有的职业选手来说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细节操作问题嘛，是不是？在 TPP 的模式下肯定是要首先选择掩体、哎、你肯定是没有看过他的那个操作，他真的太神了。就整个那次比赛参加二十多个人啊，他在那个箱子上让至少十个人欲罢不能，哎呦，打得人家难受的要死。那我估计那天的比赛不少人都在骂吧。最终他的对手是孟阳、孟阳最终也是以一个3-0的大比分战胜了香神，哦，让大家意犹未尽啊。不过来到了雨林地图啊，可以给到职业选手利用的掩体还真不多啊，是不多，山头太多了，只有一些草地了，嗯，当一当伏地魔。那说到伏地魔，那不得不说 K1 了。 K1 目前在这场比赛是选择了航段一，在这个点位去到自己的舒服的东北边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今天有个问题啊。什么问题？昨天的地图里面雨林地图听派跟 TT 有肉点吗？我知道你是想看他们的肉点，是想看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的这个阵容是小帅登场了。对，小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代表着 TT 的正面最强火力。你迟疑了一下，你说把我阿杰放在哪里？我这么一寻思，我一想，小帅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登过场，对对对。那么我还是对他的一个状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给他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你究竟能不能打过酷酷都还不知道。哎，不能这么说啊，你带节奏啊！我现在谁都打不过。你可是在我们的解说，我连屈涛都打不过，拿过好成绩的啊！不要妄自菲薄了，来吧，我们第二场比赛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比赛吧。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2022 BL 春季赛季后赛第三轮第七局的比赛，这场比赛依然是由酷酷和阿梅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述。是的，本局比赛雨林地图的航线从微博的家飞往塔姆邦。在昨天的最后决赛圈啊是爆发在了遗迹的南部，那这样的一个航线啊在配合着应该是有数的。是的，其实最近的雨林地图比赛里面刷一个北圈的概率是比较小的。没错没错，最近经常刷一些左半的小岛阴阳圈，所以很多战队啊应该在战术的布防上会在左边花费更多的一个心思。 4M 已经在二号营地展开了阵型，周边是没有人的，而微博也掌控了整个东南部。天堂度假村的 TT 已经在上空，而重庆 Teampack 看起来都要落伞了呢。那我们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是可以看到肉点大战了。哎，陈川川和刁文健好像是往外去飞的，对，飞在了周围，而 AG 啊牢牢地占据了昨天的决赛圈，没问题。
占据了昨天的决赛圈，没问题。好在都拿到了枪，还是有枪。连续的三连发没有创造什么击杀，反倒被对方打倒两人。九二九，一把大菠萝，飞将有机会吗？一把连狙，这个位置连狙打对战 MLS9 可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全部都打最后被吸眼，九八 K 一枪致命。没有想到在自己的老巢被对方带走，更何况山东 Showtime 是排在目前的第四的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惨痛到无比的打击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比赛是晋级前三啊，每一分都至关重要。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安全区是刷在了西南边，其实对于吃鸡山的 Showtime 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圈型啊。是的，另一边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地图的北部克豪镇附近，它这又是一个去到敌方老巢选择正面肉点的战队了。天霸来到了佟家堡的老巢，虽然说佟家堡平常啊吃跳的克豪镇来伐木山不多，花花这里经典一波买点开枪，但是没有放倒对面队友在下枪，在这样的一个枪线之下，军墨直接抓住了对方的破绽。这边狼影并没有帮队伍完成一个架枪，反而还倒地了。花花也是参加了没什么不能掏的一位选手啊，在前期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目前在淘汰榜当中他也是排在第一的位置。哦，直接一枪头，顾居居应该没有头 ，AK 一枪头就倒了。顾居居有头，但没头盔啊。啊，有头没头盔，直接被爆头打倒。现在只剩下余生，只有余生了。是的。余生，上场比赛你的老大哥用一颗火焰把自己燃着掉，那么在这场比赛你是否会用一颗手雷？往后撤退的同时，重庆已经踩住了整个西北边的高山，那这样的话四支战队的混战，我觉得重庆金牌可以稍微再等待一下，可以先稳一手了，不要太着急。这里阿杰出手了，太远，距离太过于遥远，六倍镜的 M4 还是一个伏地的状态，只是起到了一个骚扰的作用。反而余生这里是趁乱扶起了顾居居，但顾居居这个位置好像背部有点漏风，反而是余生先倒。现在四方的这个枪线有点复杂啊。哦，天霸被淘汰，那就没有那么复杂，出去就被打。这是远处 TT 的枪线应该啊，黄色打远处，反而背身漏给了锁骨。香神香神，旁边有箱子你不站，站起来挨打，这是什么情况啊？陈川川又击出了一个宝宝切座位的打法，最终是一打一。巨墨跳枪，随着我们身后的呐喊声，佟家堡最终完成了对于自己老巢的一个守护。其实这一波对于佟家堡来说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前面有满面的听派，后面还有广州 TT 阿杰的枪线。但是你要知道他这波细节做得好的原因啊，就是兄弟们虽然我寸步难移，但我就是寸步不移，以不变应万变。那现在迎接了两波满编战队的突袭之后，又要迎来一支广州 TT， 他能否守住呢？小帅新客已经贴到了近点，高点还有阿杰的架枪，一颗雷，这个角度应该是不能产生击倒。不过对于 TT 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是他后的阿杰出枪收掉了啊，这就是之前那一波为什么重庆 TT 派打得那么难受的原因。是的， TT 的枪线覆盖的实在是太妙了，因为本身这个塔摩赫的地形啊，就是西北边一个高山，往南边是一字排开的一个高山。是的，你只要把这个山站住啊，你这个大厂房谁都能打。Showtime 和 JTeam 这一波作战让大家知道了 M 二十九的正确使用方法。哦，这是吸眼两枪九八 K 收下两个人头啊，还有九八 K 的错误使用方法。这把九八 K 之所以能拿人头还真台阶。你再呢，我们再看这边 AG 战队的枪神，此时此刻从一季的位置啊并没有做太多转移，但是因为点位刷得不错啊，现在也是安全区的中间。凯旋在近点利用一台合金龙骨不停地在探点，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探出这个位置。哎呀，现在凯旋能不能拿到位置我都不担心了，我现在反倒为天霸和 Showtime 担心。原本在今天登场和第一局比赛打完了之后，这两支战队是完全有机会拿到前三的，但是呢由于前期的战斗太过于激烈，太过于激烈了，反而是雨林地图的行家 K1 没有先出手。你仔细想，其他队伍先打起来，苏州天霸和山东 Showtime 他们是选择方式截然不同的两支战队，天霸是选择跟别人揉点，山东 Showtime 是被别人揉点。都没有好果子吃。
而另外一个方向选择劝架的 TT 也被 4M 直接拦住，安全区再往南边一切，再看桥头还有 J Team， 那这个圈型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一个大岛的圈型了。是，哎，那问题又来了呀，现在给到 4M 就像上场比赛的秋探，我究竟是要在阶段二把你 TT 牢牢卡死，还是兄弟们先进圈？而且这一局我个人认为啊，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微博，因为这个局的圈型又给到了他们，那么目前在圈中心的位置采取一个分踩。你说这个圈往南边刷，对于东南边的微博他们进圈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吗？是的，所以踩 VS 现在只有三人了，若白还是个残血，杰这里左右都有手雷不好动，但是他已经漏了脚步，但是机器灵从侧翼拉过来的枪线险些把秋丽秒掉，若白跟着机器灵的枪线一个飞跃把整个 AG 侧翼的一个人击倒，那现在 AG 反而是在阵型上受到了一些威胁。是的，九九关明的timing点啊，这应该是选择了用你刚刚击败我的方式给你还以颜色，但这一波可以说成都 AG 的流星战术再一次的成功了。是的，但是呢会不会被劝架呢？这个就不知道了。来了，已经流星战术，我有我的海报的 FBI 啊，强行踹门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那另一边自然灿拖延了大部分的时间，帮助队友已经把兔兔给扶起来，今天还是一个4-2。哎，你看其实现在微笑的这个原点架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卡着这个围墙，对方只要不出来什么也干不了。其实很明显体坛这一波踩位就是没有想过劝架，只是放一个微笑过来收集信息，或者说看能不能 K 两个头。如果体坛真这么做的话，他们进步确实是有点大呀，他们好多次都是倒在了劝架的路上。当然了，这波防区作战并没有结束，我们看看 TuTu 和枪神能不能守住这个大房间2-3。这个时候就看 RSG 有没有手雷破点，正面是2-3，如果 RSG 正面没有办法破点，他的第四人啊是完全可以贴着围墙来到另外一个位置。已经过来了，从地图视角上面可以看到他已经悄悄咪咪的摸了过来，摸过来之后那就真的是纯纯的2-4了。花痴这个手雷迟迟没有出手，一直在捏，停了脚步，走进里面一颗雷，这么敢扔的吗？四血，这就是海豹突击队呀、啊！我的天哪，太细节了，这波团队配合真的做得非常到位。另外一边体坛也是看着你们非常流畅的把这个房间攻下，微笑赶紧选择了撤离，希望你们的战火不要覆盖到我。你看看武汉 RSG 目前的一个积分优势已经越来越大了。你要知道这是阶段二啊，双倍淘汰嘛，刚刚那一波淘汰分直接是双倍，而 4M 选择了不进圈强行的卡，但是你看啊他卡了但没有完全卡，他只留了33一个人，小小剑是卡住了前路，而魏无羡正在徒步往圈内走。从这个地图视角上面来看， 4M 四个人各走各的，各玩各的，没有载具，四个人距离最起码都在200米、100米左右啊。如果说一旦有老六出现，那他们基本上互相完全帮不上忙。虽然说老六没有出现，但是老天出现帮忙了，安全区往北边刷了个极限内线员，对于他们往圈中心进，往圈里进的话还是有位置可以踩的。徒步的 4VM 基本上互相完全帮不上忙。虽然说老六没有出现，但是老天出现帮忙了，安全区往北边刷了个极限内线员，对于他们往圈中心进，往圈里进的话还是有位置可以踩的。徒步的 4VM 终于是靠他们的双脚起来了福分啊。但是那么这一局的问题又再一次给到了北京微博啊，圈型还是眷顾了他们，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是一个强侧，要选择怎么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说能够收集到安全区中间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避让出来啊，最起码人更多的这个方向的防区给放出来。是的，最起码现阶段他们的一波小转移能看得出来他们是选择进行了一波收缩。而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体坛，因为刚刚微笑一直把控着北部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安全区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特别的极限，因为要知道派南从这个点位往东走啊，那个高山的方向是非常多的。是的，但是这个高山一定要收集好信息，一旦没有收集完全的话，很可能上面就是有一队人的。而上场比赛吃鸡的 JDE 一家这场比赛依然抱得很拢，兄弟们齐心啊，果然啊一场胜利是能够让兄弟们这个协同能力上涨很多的。自信心也是上涨起来，真的是这样啊，你随着每一次的对枪落败你就会越来越怀疑自己啊，究竟能不能这么打呢？哎，这里花花独狼开到了微博的脸上，这是正中央啊，想要停到这个厕所吗？但这个厕所可能会被，如果微博的进攻欲望比较强烈的话，
想要打，我觉得微博是有机会的，但是他一定要判断自己的重心，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在南部人是非常多的，而微博是放掉了南边往北边行进，那在他们的脑海当中，这个时候强行来找这个厕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很有可能会被南部的枪械所骚扰。所以说，正常来说还是先载三人一车，像素应该是独自一人摸到了圈里。但是，我好像注意到像素的周围全是烟雾弹，说明像素这个位置好像也挺尴尬的呀。已经被体坛发现了，体坛抱团，像素被扫成了半血。兄弟们怎么说？像素呼来了一台火力车，他呼来了火力车往前顶，但是凯旋把王圆圆给打倒了。七杀，哎呦，一对房间的妖射，世华的闪光弹确实是闪了，但是七杀直接被打倒，现在只剩下晚风了。体坛，他呼的火力车还成功的拿下了这个防区。有人叫火力车是靠队友的沟通，有人叫火力车直接就呼麦就行了。像素直接一个人来到宣传区打了一个电话，兄弟们请求支援。我已经把点标了，你们来不来自己看着办吧，赶紧装。那现在 TC 这一波拿到了正面的满编胜利之后，还能够凭借着满编占据着南部的防区。是的，如果说接下来安全就往北边刷啊， TC 就算不在圈，它的推进方式也会有非常的多。来了，圈型给了个同心圆，还在圈可以打，但是这个时候问题给到了海豹突击队。海豹突击队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个好的房间了，他直径有满编的 K1， 有三人编制的 K1， 往下绕还有一个满编的 TC，往北区绕呢有个空余的防区，但是这个防区再往前进圈的话是一片平原。你看一下 RC， 你看一下海豹突击队的这个站位，大爹啊已经踩着北西北了，他这个位置是想要捕获到 K1 这边的信息，再看一下北边的山有没有情况，但是另外的大部队已经踩在了半山腰，想去撞 TC 的这个房间。因为 TC 的那个房间之所以能够被体坛打，就是因为他那个点位太容易开战了。是的，处在半山腰嘛。那另一边的话，北京微博遇到了北京 JD 一家，龙仔一个人干拉到了经典，惊人，一打一，传烟，一丝血，再换枪，再传。哎呦，两波确实是在烟雾里面向我们展现了一下标准的传烟的失败方式啊！这个兄弟们完全凭运气啊！这好在兄弟们还在身后。两边其实都是一个一打一，两边都是一个三人加强。这个、但我觉得说实在的有点悲凉啊。对于北京微博来说，这个位置是可以收缩一下的，因为他们有防区啊，有一个中心的防区啊。是，另外啊，这个安全区已经刷新了，刷新完了之后 ，JD 如果说想要，去到防区的话，就是安全区极边缘的位置了。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也得站呀，对吧？毕竟微博它是占着更好的点位的。是的，那另一边的 FM 来说，也是绕到了一个圈边的位置。有人用双手成就梦想，有人用双足走进安全区。4AM 已经来到蓝天区的边缘，跋山涉水终于进来了。这确实是看他们的这个行进路线感觉到更悲凉，好辛苦啊，但最起码还是个满编嘛。而另外一点啊，这个命运的使然，让他们前期架点的 TT 也来到了安全区内部，这说不定接下来安全区一直往北刷，两支战队在决赛圈继续碰面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哎，但是 TT 现在的这个阵型和步伐有点让我觉得摸不着头脑。我从第，那他们怎么会合呢？这还是海豹突击队吗？海豹突击队分道扬镳了。海豹突击队在现在领了各自的任务。大爹直接被雷仔的气焰给逼退了，但是我们仔细看 TT 的位置啊，已经来了来了，汇合了，但是宝宝位的闪电被打下来，这个位置应该还能救一手，在白圈的边缘。想要救的话，那大爹和格子必须得想清楚从安全区进发的方向了。圈型真的给了一个北切，不是，现在就算这个北缺，你中间的这个山头也没法站啊。是的，格子和花痴你想往圈里走的话，星辰、苏玉露、小智那就是打靶训练场，无非就是依靠弟弟这个位置去推进广州 TT， 先打一个突破。是的，但是 TT 也不蠢也不傻呀，现在我觉得对于 TT 来说，尽快的把弟弟这个位置用手雷给突击掉，给他拔掉。阿杰的雷能否唤起他曾经的记忆？还需要再来一颗，有没有机会？曾经的阿杰一颗雷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居然要三颗。没雷啊，还有一颗雷，三颗还没有能够解决。别人吃药是一片顶五片，阿雷扔杰现在是三颗顶一颗。但是 RSG 这边把枪口对向了 K1，这个七杀也没有办法对于 RSG 做出什么太大的动静，反而是这个防区的原住民 K1 先被淘汰。K1 说下次我在海岛，我在雨林，绝对只当老六，绝对不再这么善良了。守什么防区嘛？
现在的这样一波防守确实是把房间给让出来了 ，TC 和 RSG 完全占据，而 RSG 的这个动作变得更主动了。七杀一颗雷放倒了想要过来进攻的弟弟，闪电一个人顶到了满边 TC 脸上。他其实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还有一个人架枪，又是花痴。这个全场最自由的人找到了一波极限的位置拉枪，但是他如果不迈过这条马路，他是没有办法帮助队友的。但是这个位置对于满边的广州 T 来说实在是太好防守了呀，已经防守到两个人了。花痴这一波自由的移动，感觉要无为他自己付出代价了，应该是要无了。哎，我不得不说 TC 的这一波主动进攻timing点抓的是太妙了，就是劝架的这一波时机点嘛，你都不知道他从哪来的。是的，也从这个房间逃出升天了。是的，另一边劝线的南部北京微博也是成功的防守住了北京 JD 一家。没有圈了嘛， JD 一家必须得往前推进，这一波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安全区再次刷新，我们之前的设想啊恐怕就要成真了，风 OM 和 TT 终于还是相遇了，但是中间还夹着一对河南 J Team， 感情当中居然有人插手，那不如我们双方同时对他出手吧。西岩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呀。哎，阿杰这个时候好像反应过来了，这安全区已经刷新了，兄弟们没有必要抢夺这个高点，因为在他的这个位置往前看还是有一个小防区一个小东西可以待一待的，不如咱们先退守一下，把高点让出来。其实说白了就是可以红哥哥的枪雷并举啊，直接把 TT 给融化。那这样的话机会给到了 4AM 啊，要来劝架了。融化之后只剩阿杰， 4AM 把 JTeam 收掉之后，四个老哥开始平推阿杰了。但是这个位置如果再往下走是不是有些没有太大的必要啊，因为圈并不在这一面，兄弟们已经上头了呀，这从头打到尾，这再不把你阿杰打下去，我何以颜面面对我 4AM 粉丝。但是这个位置如果说想要再往前进圈的话，可能会吃到其他队伍的枪线。现在他们已经汇合了，而另外一边 TC 再一次的选择了迅速的抱团，花花一个独狼顶住了 TC 的进攻，继续。哎，但是他三颗投掷物都扔了同一个地方，这是不是有些浪费了？想要补掉这两个人头往前直接出圈了，直接出防区了。这一波这是为什么？确实是有一些经验不足、他寻找到了自己的火，他跨越了千里，为的就是沐浴自己的双足来到了安全区的高点。而北边南边的微博啊，上场比赛没有拿圈中三 ，4AM 倒地一人。嗯，硕的这个位置倒地两个，脚下有烟，魏无限的位置就在圈边。这个明明胆子这么大，已经开始干拉了。上场比赛我在圈中心用 UMP 扫车，我太难受了。这场比赛我要拿点人头啊。另外一边金人也卡着圈边，我觉得现在对于金人来说啊，要让自己的爬山速度变得最高，要越过这个麦田才能够看到小小剑和朔风的位置，你不然趴在那个点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信号接收去推着你往前走，你反倒会被敌人先出击。这一边相当于北京微博把 4AM 的唯一的进圈路线全部给卡住。是金人找到机会了吗？出枪没用，秒掉。这就是刚刚说的呀，他的位置不够靠上，又太靠圈边。好在明明的枪线帮助了金人一手，再往前干拉，小宝剑也被放倒。今天来到了三三一打三，三三一打三，金人先倒，这是一打二，腰射腰射，没有任何的办法，被明明三连暴走，直接拿下。让我们恭喜微博战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是的，这一局对于北京微博来说，确实是找到了一些问题啊。在圈型给到他们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也是选择了一个及时的收缩。这场比赛微博整个就是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在前期的放点，是的，和漂亮的防守，第二波就是在决赛圈的一个果断出击。嗯，虽然说在圈边啊没有能够直接造成击杀，但也确实是压缩了 4AM 的一个阵型位置。就说白了，其实当时那个位置他们应该是收集到了佟家宝的花花已经被淘汰了，没错。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南部的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牵制于他们，他们可以无限制的去拉一些身位枪线。是的，这样的一波胜利对于微博来说至关重要啊。但你仔细一想，这场比赛微博的胜利最大的一个决策吧，真的就是在圈中心的那一波放点啊，是的，他放掉了南部的那个很明智的一波放点。而且在面对北京 JD 一家一波的推进的时候，金人也是进行了一波 pick 之后呢，也是选择了像我们说的一样退守到了防区。没错，打的是有章有法，这个也和之前微博战队的多变的战术选择应该是大相径庭了，终于是稳定下来了。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道理嘛，那打得好那就夸，打不好那就找问题，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你仔细一个方式嘛。打得好的战队的方式呢都相同，打得不好的战队啊各有各的菜法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你只要发现这支战队啊、在这场比赛爆杀了，或者是稳定吃鸡了，那就是自己的运营思路和一些极端情况的选择做得非常的妙嘛。嗯，包括自己的正面枪也很硬，这就是他们拿下胜利的原因。但是这一局唯一有一个让我没有想到、没有明白的一个点，哪个点？就是花花在前期就已经作为一个独狼，好不容易扎到圈中心的一个厕所，并且来到了一个前五之后呢，为什么要出去呢？花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啊，这个生活以痛吻我，我却代之以歌。因为我当时有注意到，我有仔细看过，我在想，我在当时里面，他为什么要出去啊？嗯，首先我排除，我利用排除法。好，难道说他担心微博会去清掉他吗？但是我一看，先排一个，微博他有防区，他推进的路线肯定是走右边的山脚去推进，清不了。对，那另一边 TC 两个人进他贴到他的近点都已经被他放倒了。那再排一个，那他为什么要往前走呢？他的厕所还在圈呢。其实啊，你回忆一下第一局沙漠地图的余生、在高点的那个动作，是不是就像花花一样非常的危险？是，只是余生脚下有这个狙狙在，而且前方有很多的烟雾弹，他更好操作，而花花只有自己一个独狼了、他们当时想做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尽可能的拿分，创造分数，拿到人头，应该是想着在击倒 TC 两人的同时呢，赶紧拉出去给他补掉。没错，但是呢，人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马有失蹄，人有失手。是的，踩到了自己的火。嗯，这个也是致敬了上一场比赛的咕居居啊，连续的两场比赛都用一颗火解决了自己。我只能说这个东西啊会传染。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积分榜的第六到第十五名啊，在这个榜单当中，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名的分数都非常非常的接近、也就代表着他们在接下来三局比赛依然有机会创造前三的这个晋级可能。但是很明显，六七八名的 AG、 修泰以及 K1 在昨天第一天打完之后都在前五啊。哎呀，这势头都已经慢慢的往下去掉了，这火焰都已经不好说，后面还有三局嘛。另外我们看到榜单第一名的 RSG 这场比赛是拿到了13分，虽然看起来不多啊，但实际结合第六局比赛的6分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了，目前积分是74分，有一个很大的领先。而且就是从这两局的一个 RCD 的打法来看的话，都没有一个太大的问题，他们都是选择在圈心没有给到他们的时候就是拿一个保底分，是打架劝架找机会，而且在圈心没有给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决赛圈他们也是一个22的分彩，去两个人往北找信息，两个人往南去找信息。说简单一点啊，武汉 RSG 是凭借着两个赛季的无数次的正面作战的胜利建立起了他们的自信心，就是他们团队里面的四个人把每个人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做到了极致。另外啊，你仔细去想，花痴在那样的一波防区作战，他拉到马路对面的这个操作又是安全区圈边啊、最终结果不好我们看到了。是的，但你仔细一想，如果把这个作战放成山地作战，放成麦田作战，花痴的那一波操作是不是至关重要？而且他已经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一直在团队里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是的，我觉得有花痴这样的一个大哥为自己拉枪线打侧身，那兄弟们有什么理由不往前拼一枪呢？而且他们那一波最开始往北部去汇合，想要打广州 TT 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哪一个点？就是花痴出枪放倒了 K1 的成员，然后他们瞬间四个人调转车头，撞向了 K1 的防区。是。海豹突击队名不虚传啊，就他们的协同、协同打得真的非常棒，纪律性非常到位。再加上就哪怕当时弟弟一个人吃了阿杰的三颗手雷走不掉的同时呢，没有人管，兄弟们 K1 倒人了、直接走。你仔细想，现在的 RSG 在正面啊50米之内的这种团战的作战，是不是有点像之前的 TMG 两连冠实际的 TMG？ 就是枪杆子越来越硬，枪杆子硬，团队协同非常的棒，正面就像铁皮一块，而且是一个进化版的啊。那也是希望 RSG 在接下来三场比赛继续的保持着这个分数的优势啊，并且不断的创造记录。好，我们还是通过胜利时刻一起来回看一下高光镜头。走，走走走，那边快哟。这边翻进来一个，先看见了一个，那边打三一个，打两个，打三个，这边还是防队，死啊，漂亮，你抓进来，自己跑自己跑，哎，今天倒了，救不了，救不了。K1 死亡 ，K1 死亡，又找到一个，漂亮，就剩对面了吧？门口，王源，拉他，毒死了，慢手，我救他，我救他，我去看，下面来了，来吧，就这个数，他到了，找到了，这，回去，石头出来了，在那个石头，你裸打，他死了，他把自己烧死了，闪开这么说。
死了，独立死了。我完，又被倒一个，是左边还有一个。帮他架好，帮他架好。倒一个，倒一个，是那是那是，追一个，追一个，最后一个吗？还有还有两个，还最后一个，最后这现在最后一个。死了，追一个，两个一起抓，两个。哇，最后时刻我们也听到了微博战队他们传出来的怒吼声啊！确实，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啊，我怎么感觉听到野猫的声音了一样？换听换听，好像口音有点相似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北京微博来说，这一局鸡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至关重要的改变局势、逆天改命、重燃战火的一只鸡。要知道，网上也有很多网友对他们做了一个数据分析，他们是目前场上好像将近80局比赛都没有吃过鸡的了，太可怜了。看着这只鸡眼馋了太久了，一家十 pro 持久稳阵，一击制胜。我们恭喜最后发出怒吼的北京微博 Minsker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 MVP。是的，也是希望这一局的胜利能够找回自己的状态。没错没错，我相信通过他们获得胜利之后的那个怒吼啊，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那支微博战队。是的，曾经的那支在圈内出圈反打的微博，如果他们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啊，再加上两场比赛都还不错的缺运的话啊，在接下来三场比赛是有机会完成这个逆天反超的追分 的。而且要知道接下来的三局海岛地图，北京微博的跳点是学校嘛，一个偏很中心的点位。是，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要考虑到的问题是，当圈型给到他们的时候，选择问题是继续扩还是往里收。其实对于微博来说，他们的那个学校位置啊是他们的成名之地啊，只要有他们在那片地方，乱不乱那就是微博说了算啊。是的，但是这场比赛应该是让我想起了第一场的沙漠地图，那场吃鸡的城区作战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吃鸡的是 JD 一家嘛，那现在我们两位也不再多聊了，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 JD 一家的小小顾。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来到我们赛中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 DJ Star 郑奇，站在我旁边的就是 JDE 的小小酷，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JDE 小小酷。在这个第一局玩的真的是蛮心跳的，对吧？有那种突然的暴毙，但是也有很长时间的幸福。我们先从这个幸福开始聊啊，这个幸福是不是因为很早就进入到了一波城里面？对，我们二圈就进去了。那进去了之后，一直到这决赛圈之前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比较轻松吧，就。我本身我自己没什么事儿嘛，然后我一直在那睡了4-5个圈，然后队友们也在那互相各种聊天，然后都很嗨，对吧？对，抽把的抽把，没事干的就聊天。是，但是这个突然的暴毙也来得非常的突然啊！就到那个决赛圈的时候，你们集体去进攻天霸那个防区，然后几个人上去了之后，只有你自己存活了下来。当时发生了些什么呢？主要是一开始不知道那个蓝楼楼顶有人嘛，然后出门的时候龙仔先被打了，然后喊了一句蓝楼有人，当时我也吓了一跳，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其实就可能有点失误吧，然后白给了一个竞争那个房型，就是翻那个围墙翻不出来，然后就在里边出不来了就，然后我看他们都在挨打，我烟也铺好了，不管了，我就直接进去了。所以说还是信息上面有点小问题，对吧？不知道蓝楼那里有人，所以说被人站在楼顶一阵泼水，给那边的天霸泼了个爽啊。但是你的这个秘密潜入，我觉得玩的也是非常的到位，潜入了进去，打入敌人内部，在后面是一波非常漂亮的一打二。这波一打二自己是怎么操作的呢？主要是当时队友比较安静吧，然后本身就只有我们三个人了嘛，然后楼上楼下什么近点啊脚步就听得比较清楚，就可以开提前枪去操作，不像是那种打野外什么的，我们需要什么很紧密的沟通，什么脚步都听不见的。对，给予了你绝对的信任啊，也是同时到库的自己的个人实力，我觉得在刚才那一局也可谓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啊。那么其实接下来来到这个第二局，在第二局很早你们就跟微博 gaming， 我记得应该是龙仔跟金人两个人在烟里面互相穿，然后两个人都是血皮，但是却和平分手。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猜他是哪过来的嘛。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先把距离进行互相的消耗，直到你们后来又去打这个微博 gaming 的时候，结果没有打过，发生了些什么？因为处于比较大的劣势嘛。对对对。不过在今天是可以感觉得到啊，整个队伍的气氛还是蛮不错的，似乎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轮换给你们把气氛给带起来的感觉吗？有这种感觉吗？我们是因为昨天没打好，然后最后一把可能就是把状态打回来了，然后其实
就是大家都放得开了嘛，毕竟有轮换，有轮换我们大家也不能就是太紧嘛。对，但大家就放开着来，然后把大家自信心打出来，后面会打得更好。对，这种放轻松很明显在前两局获得了不小的收益，但是现在是在这个第三名的这晋级线上面嘛，觉得稳不稳得住呢？稳得住稳不住还得看你，只要不跟你握手应该稳得住。好，你既然都说了，那我们就不握了好吧，那就希望GD在后面的三局比赛可以稳得住好吧，好，之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把时间交还给解说席。小小顾不愧是老将啊，在正奇出招之前先发制人，哎，发现了他的意图直接打断。那这一波我觉得对于 JD 一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没有握手。那对于北京 JD 一家来说，我个人认为啊，今天晋级的概率，咱俩好像不太合适、啊。我们一起说好不好？30%，这么低吗？我以为你会说个30，咱们加起来就60了嘛。但说实话啊，对于海岛地图来说 ，JD 一跳军事基地西桥那个附近啊，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区域。但是呢，它那个点位，12宫桥头的点位，对于所有海岛地图跳点来说是一个 S 级的点位嘛，点位非常好，往北顺利，往南进桥头也顺利，是，就看呀其他战队还有安全区的这个动作了。另外我们在人气排行榜当中看到排名第一的是成都 AG 3.1万，第二名上海 4M， 第三名是江西通家堡，感谢各位的支持。是的，我们在接下来还有三局比赛啊，希望各位继续的在弹幕当中为我们选手为我们战队加油助威。是的，也是希望在昨天排名靠前的队伍像 K1 啊 AG 啊，这可能前面两局打的并不是很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状态，主要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部分，找到自己一直在联盟当中赖以成名的绝招，不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儿，对吧？比如说，起码上一局的成都 AG， 他们的那一波红色流星是成功了，是成功了，但只是呢被劝架了。有点可惜，兄弟们一定要往好的方向上面去想。但是你要知道啊，真正的成都红色流星战术发扬光大的地方还是在海岛地图。是的，所以我们期待在接下来三场比赛 AG 能够打出他们应有的风采。我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给大家播报的是我们的后三场比赛，待会儿见。你们知道跳哪了吗？和平精英三周年，当然要跟我跳空投基地。本草纲目 PEL 舞台版。
你把我名字一起现在前面这唱歌这更有链子，网友这片段不穿链子我要面子，这我的方式感谢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可能我年轻个子，神游当官就去够，神游当官就去够，看我做一把总当不加一点骄傲，一对，为什么只有我没一对？对对对对。上 TT 默契玩伴随时配，游戏从此不单排。上 TT 随时有玩伴。尽快拿到装备，马上前往最后目标地点。Hello，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腾讯游戏光子工作室群、腾讯电竞主办、英雄体育 VSPN 独家制作的2022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春季赛季后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下半场的解说曲涛，我是解说耳朵。乐力无边，运动出圈，乐客运动，你身边的24小时健身社区。欢迎大家在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PEL 官方合作播出平台快手直播、虎牙直播、哔哩哔哩、腾讯视频收看精彩赛事内容，电视观众还可以通过极光 TV 观看比赛内容。大家在观看 PEL 精彩赛事的同时，也可以关注赛事官方微博 PEL 和平精英职业联赛，获取最新鲜的赛事资讯。微博搜索2022 PEL， 参与话题讨论，各有战队及选手打榜，为你喜欢的他加油打 call。 是的，那么在上半场解说开始之前呢，我们在观众席观战，能够看到 ISG 的众将士们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就我们在第一排啊，他们在我们正对面嘛。没错，这个格子、花痴，包括教练老哥，看着那两个解说，听说你们说我这个轮次要拿第四，那现在来看的话，我可以大胆的豪言 ，ISG 这一轮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不进啊，绝对不可能不进。我们来看一下在战队经理方面啊，我没有去选 RSG，这也就和我选老干爹的前科是一样，但我今天着重看好一支战队。我觉得你今天看好的非常有说法呀，你看现在的北京街第一家已经来到前三的位置。是，那就是说我看好的这三支战队呢，也是除了 RSG 以外最有机会能够竞争前三名的战队之一。没错啊，因为中部战队很多嘛，但是 JD 一家的状态除了上场比赛在和微博 gaming 的较量当中中途被淘汰了，虽然没有给到镜头，但是你说被微博淘汰丢人吗？不丢人啊，人家上一场吃鸡了呀，人家可是时隔了80场。哎哎哎，这个数据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啊。来看看我的这个战队经理选择，其实我跟昨天的选择没有什么差别吧。还是认为 ISG 会保持很好的手感，但是 AG 战队呢？AG 战队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之前的打法的影响嘛，虽然说他们一直是保持着红色流星的打法，但是可能在前中期啊，如果他的这样一波选择没有获得第一波战斗的胜利，就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一些打法的节奏。在下认为啊，红色流星的战术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一定要远离 ISG 的这个点位。那肯定，因为 ISG 的好战欲望大家都有目共睹。对对，我们在雨林地图里已经看见了 ISG， 即便是弟弟在近点面对着 TT 的三人，在花痴放倒了 K1 之后一声令下，弟弟调转车头就冲了。当然了，下面的三场海岛将会是非常考验各支战队底蕴和实力的三张地图了。我觉得在第二场比赛的前期啊，快乐的比赛已经出现端倪了。没错。那对于下半场的换人来讲，这里有一个要提的点，就是小文上场了。小文在队内他们的教练评价是很高的，非常非常高。说他在整个队内的综合实力，特别是枪法，应该是队内第一的。他表示教练说的对，他已经点头了。用你在场间告诉我的话说，现在体坛换上小文还有的救，这个救是从哪个方面来考虑的呢？我觉得如果现在换上小文的话，在后三场的比赛里
假如出现了几场圈，那么体坛追分的机会大有可为啊，加强进攻火力，没错，通过淘汰分去追分。而对于这 team 来讲，换上了厨神逍遥啊，把一个膳食 98K 的夕颜换下，换上了 S12K 协会会长。我感觉 JTeam 的每一位大将都是有自己的绝活枪的啊，有自己专属武器啊。上场比赛夕颜的 98K 很秀，教练在耳边耳语，玩得很好，下次不要再玩了，下场不要玩了，明天再玩吧。看看 JTeam 能不能够在今天继续为我们献上周董的音乐盒。没错，上场比赛顾居居很勇啊，这个怎么说呢，虽然说天霸在沙漠地图里面啊，是拿到了非常高的淘汰，同样的也是用一颗手雷终结了整个 TC、但是在最后这颗火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而且上场比赛你要说到火终结了天霸的花花啊、因为那一波混战嘛，但是其实是由这个陶家宝和天霸两支战队的一个弱点啊。但是你要说花花这个点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疑惑，怎么说，到底应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档次的选手之上呢？我觉得还是要拿时间来考证吧，就是我们在看他之前的一波扫车加上个人操作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行云流水，很顺滑，但是那三颗火扔到了同一个点，并且最后踩在了那颗火上，确实我觉得天赋很足，但是呢可能经验上还需要累积，细节要抠一下。而对 Vivo Gaming 其实对于野猫的轮换啊，之前也有过一次，当时我们的判断呢是认为想让野猫在这个队内的内通上去听一下队员们，其他队员们是怎么沟通，当时也是换上惊人，但是惊人前两场表现他不像现在啊，他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场中又把野猫给换上了。但因为野猫现在呢状态是我觉得他的个人实力啊，从数据角度可以说是无可挑剔，那肯定的。但是你要从这个沟通上来讲的话，可能他们队内的想法是，如果要打这种复杂圈边的流派，还是需要在沟通上多做一些加强。野猫现在在场下应该还能够拿着教练的内通去听一听选手们在场上，他的其他的兄弟们在场上是怎么沟通的。没错，特别是在第二场比赛之后，微博是吃到一击嘛，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应该来感受一下兄弟们在吃鸡的时候，吃鸡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交流的。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的一言一行每一个操作，选手要为他的成绩负责，解说要为他的言语负责，而作为教练来讲做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换人调整，我相信周教一定会为他的成绩而负责。没错，现在其实从第四名往第十名左右看嘛，其实大家的分数就是一把的分数。没错，那看看 Vivo Gaming 在吃到一击之后呢，能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在常规赛中后期的颓势通过这一局开始作为他的一个新起点。马上逆转啊，这条航线还是比较极端的，这个航线我感觉啊就会很容易出现南部圈型或者是机场圈，是很容易了。因为在 P 城这个点上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是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对的，所以我还会判断可能在下半场的某一局当中 P 城会出现揉点的状况。昨天其实有两局比赛都是有点想揉但是没揉起来，还是因为这个 P 城啊它分为三段嘛，对啊，这个中间和左右两侧它都是有高点的房顶的，所以大家在前期揉点之前只要做好了研究，是一人踩一半根本就打不起来。当然了，你要说到机场圈，另外一支在争夺前三的队伍上有一些身位优势的队伍，北京 JD 一家也能够拿到很多的红利，这条航线本来对他们就已经非常友好了。而对 TC 来讲其实也还可以，因为毕竟 LGD 已经晋级了嘛，从西部高速公路拿车的这条路线呢，他们不需要太过担心，只需要去防备一下 4AM。而对于 TC 来讲还有像季震这样等等等等的一些点位可以去选择。没错没错，而且你看这一把的北部 S 城也跳不到嘛，对吧，所以对于 TC 来说可能在西北部他没有太大的压力。是，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佟家宝和天霸都是选择了航冠二，这支战队这两支战队在以往的常规赛当中都是有肉点 beef 的，看看这场比赛会不会还会碰撞出一些火花。而且这场比赛跳到 P 城也是非常顺利的。是的，昨天是有 TT 也跳到 P 城了嘛，但是目前这个航线来说的话 TT 还是肯定会选择。各位观众，这里是2022 PEO 春季赛季后赛第三轮第八场较量，本场比赛是由耳朵和曲涛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没错没错，我们跟随着航线一起来看一看各位队伍为大家带来的跳点情况。首先跳出飞机的肯定是广州 GG 的，没有问题，还是回到自己的 N 港。
其实一般来讲三段航线啊，阶段一就是航段一，一般是队伍会更多一些，因为一些偏远跳点的队伍呢都想早早的出飞机去拿载具，但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在东部的载具资源的争夺上会变得更加激烈一些。是的，在核电站附近我们看到有三支队伍啊，江苏 K1、成都 AG 还有一支江苏 VS， 他们都选择了东南部。哇，那这还要揉，哇，这里野外的一个小跳点，看一下 VS 和 K1 落地的枪械方面，我看到有人拿出了左轮，但是就是这个左轮小智直接连打带补的弱败，绝活哥小智上吧，听说别人有 98K， 这场比赛我拿一个左轮，但是 98K 用 VSS 打倒了770，那看来这波肉点 VS 大势去矣，只要在周边的防区找到几个投掷物，那接下来就很好处理了。没错，现在在人数上江苏 K1 是有绝对的优势。因为在东部高速公路和西部高速公路都差不多嘛，这是一个非固定刷车点比较多的路段，所以说这种肉点呢并不意外。第一个圈形是出现了，是一个西北部的圈形，那对于 TC 来说很开心啊。但再来看这边，小智说，兄弟们，我一把左轮已经把他们两个人架住了，快点过来向我靠拢。这个时候应该是让小智拿左轮上去拉枪线啊，不过交换了一下武器，大家都有这种突击的可能性。纯洁是一个686，那我觉得有一战之力吧，有机会有一战之力。看第一个人一分空了，那就没机会了，两分都空了，是的，那就没机会了。落地八分，来看一下 K1 的分数来到了54分。哇，那现在对于第三名的争夺来说越来越扑朔迷离了。没错，当然了，在这个圈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4AM 和 TC 是能够吃到巨大红利的。而对于 TC 来讲，场间我遇到像素，他非常有自信的给我说了两个字，能进啊，进了还进了还是有点太早了，能进能进，这个改编不是乱编啊，细说不是胡说，反正现在的分数是能进这两个字，至少是一条腿已经往前迈了。没错，当然了，我在节目当中预测的三支晋级的队伍分别是微博、TC 和 JD 一家。看来今天微博的压力还是更大一些的啊。现在是44分，排名第10，但是大家仔细一看这个分数，如果这一场比赛微博在依靠这样一个西北部的圈型进入到决赛圈，那他肯定是能来到前三附近的。是的，当然这场比赛还有一个跳点上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虽然都选择了航段二掉的，你们前期在肉点还是会两败俱伤的，只有中间和自己上面的那些队伍，因为我们在雨林地图已经看到了，即便是两支队伍肉点不可能会完全出现零换四的情况。是，现在画面给到了头部战队北京 JD 一家和 ISG。北京 JD 一家在这条航线当中呢只叫直径啊，但是一定得提速，因为路途上会有一个大麦田。对，看这边，哎呦，弱败这边一楼没找到，对，他直接上了二楼，正好是遇到了左轮小智，七七零想上房顶，哦，落地还是枪械优势占到了一定的便宜啊。对，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在打比赛的前期不要肉点，因为你肉点嘛，你大家跳在一起就是比谁的脸更红，谁能先捡到枪。他这个也没办法，因为大家都跳的是非固定刷车点。如果你在野外，你又没拿到载具又没拿到枪，那就只能是原地跳，化为别人的八分。哎，这第一家头部已经到了矩阵附近，尾部呢还在岛上。哇，这不会是想去抓单踩的人吧？有些危险啊。这可能是跳在机场岛的北京 JD 家的队员没有车，然后让自己在桥头的人过来接一下。是的，然后 JTeam 发现了对方转移的过程，但是身后还有 TT， 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 K1 的转移也遇到了一些麻烦，现在这种摩擦应该说随时都可能会出现倒地的情况。他遇到的麻烦太多了，第一点是只有一辆车，第二点是大家没什么物资啊。对，前期就搜了一个四房，那现在去回到 L 城我觉得是还是有必要的。对，因为毕竟没有物资，你去进圈万一要打架，那直接转化为别人的八分。没错，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首先你没有枪械，你第二可能还没有防具。你要是转移到别人的防守范围之内，很有可能一梭子下来直接倒三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JTeam 这场比赛会不会卡桥啊，因为 JD 一家已经过去了。那 JD 一家如果在不卡桥的情况下，这个桥的归属权应该就到了 JTeam 的手上。对，要看他能不能发现广州 TT 是跟着他们的后面往西桥转移的。广州 TT 不过东桥，这很正常。
因为天霸也是一个卡桥爱好分子。哎呦哎呦，刚说完果然 JTeam 是卡了一下广州 TT 啊，雷仔已经倒地了。但是不是卡桥啊，用 AG 战队的原话来讲，就是我是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布阵啊，我是不小心来到这里，正好看了他一眼。嗯啊，楚元逍遥真的拿着一把 SLK 呢，这个绝活哥他是当定了。我觉得好像还好队友在旁边补枪，但是这波遭遇战双方是属于各打五十大板。嗯 ，TT 阿杰这波掰过了，有生力量上扳回一城，但自己一个秒起，只剩下小帅了。今天面对荣哥哥没有问题，那又回到了一打一。嗯，阿杰刚才其实已经拉满操作，你看他那个秒起是秒起的，但是你只有一点血。没错，所以一秒倒也很正常，而且现在扶起来了，可以让阿杰去拉枪线啊。小帅面对默默两边都残了，但是自己换一把枪，东西没有打过，他没想到，他没想到阿杰已经被拉起来收枪了。哇，这一波 JTeam 如果默默一梭子摁到底，很有可能阿杰露脸的那一瞬间就被秒倒。对，他没有想到，他以为对方跟他们一样是一打一嘛。嗯，这一波 JTeam 很难受，但是广州 TT 在收下这八分之后呢，也同样又燃起了晋级前三的希望。对，现在离第三名也仅差七分啊。不过这个圈形对于 TT 来说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接下来来一个极限难切倒还好，那还把它盘活了。嗯，但是你难切了之后呢，麦田这片区域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点位啊。嗯，首先还是要把物资都填一填，重整旗鼓吧。再来看这里，休探是沿着 RSG 的枪线从北部靶场附近一路往西转啊。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在他的正前方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队伍在他前面设防。可以说山东休探在这一周的第一个比赛日呢，也算得上是起飞开局。嗯，但打到现在打着打着就到第八名了。上场比赛的肉点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对，太不稳了，而且肉点这种就是跟刚刚的 K1 和 VS 一样，你落地的时候，你看到有至少两个选手吧，他是 QBU，而对面反而是大菠萝，没办法打呀。而且在海岛地图上，他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是南部航线嘛，如果出现北部航线，他还得面临 TT 到底来不来。对，而且他落 Y 城，他是喜欢在 Y 城的西南角加油站附近去控载具的，有的时候 K1 还过来抓你一下。嗯，是吧？就要看他们临场的应对情况了。嗯，再来看第二个圈型，不会难切吧？应该没有啊，应该没有。如果说难切的话，你看基镇周围的这些麦田只有少数战队能够拿到优势点位。没错，现在的关键点在于两个点，第一点是上下城区，一个释怀过去了，派敢不敢撞就看这一波了。陈川川一马当先，释怀应该要放点，不能停车，没有必要，一旦停了马上就要被抓了。没错，释怀继续往前开，而陈川川的方向跟释怀已经是两个位置了，但释怀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呀。对，他后面的大部队就可以从容的控甲车库了，他只要不被抓，对，不被撞就 OK 了。派这个里只能是在没有抓到人的情况之下往北边中心点去走了。嗯，哦，而在下城区啊，小小库今天状态非常好的小小库又是打倒了黄 Sir， 这样一来佟家宝虽然在桥头布下了口袋阵，已经被撕开一个口子了。这个天罗地网啊，和破鱼网就是一瞬间的差别。再来看这里过继港西桥，我觉得可以，对不起，哎呦，伏地状态直接被收下，没有办法，看来这个阵地应该是守不下来了。对，你第一时间如果没有开车走的话，就没机会了。佟家宝是想提速啊，但没有想到这个位置埋了一个龙仔啊。那看来佟家宝这一波也不太妙。嗯，而花痴配合上他的队友已经把刚刚那个位置拿下来，同时龙仔在近点配合上自己队友三个人的枪线拿下了花花，原点只剩下打手一人了。对面的打手还补掉一个小小库啊，结果手雷怎么说，哎呦，北渊差一点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小小库作为队内的老大哥之一啊，现在好好休息一下啊，安抚一下队友的情绪。嗯，打手只能是一路向南，离开有圈的世界。我觉得他现在甚至可以去到西南部找一艘船，用船去贴到北部的海岸边，就西部海岸线。对，哎，我玩的就是西海岸，他只能当西海岸玩。对啊，他现在那桥过不了，他再往东绕，他也没有顺位，
不如就换一个方式。微博 gaming 扎的这个点，圈刷就马上要动。嗯，果然啊，圈一刷，他们已经想好了，这个圈含水量达到40%。所以西海岸的方法势在必行啊！哎，你说有的队他奇怪不奇怪？嗯，你像 4AM 呀、AG 这些队伍，他得到天命圈他不会玩。4AM 在 G 港上城区，你见过他拿到好成绩吗？就是。特别是阶段二、阶段三刷到这种 G 港上城区、嗯，我觉得他们对于防守的重心没有想清楚、嗯，就是当面临其他队伍来贴你的时候，我到底放不放这个高点？是，到底放不放我的防区？他们没有想明白这个点。就人世间最痛苦的，并不是说你失败，而是说明明有机会的过程当中呢，对，你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就是我本可以，但是最后我却不可以。对，上场比赛也是错失一击啊。就是在差不多的房型被差不多的人抓，差不多的人抓差不多的结果，但好在现在他有兄弟可以支援啊，嗯，能不能过来支援一手啊？来了吗？从小地图上是433是能看到这个防区的背面的呀。我只能说厂长这场值了，不管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嗯，哎，有机会，至少吃了那么多投掷物没倒，而且现在有机会，厂长大喝一声，兄弟们，我楼下倒了，然后我也倒了。他那颗烟好像暴露了自己。对，镜头一转给到东北部的江苏 K1， 正在防守广州基地。但是广州基地他是一个绕圈的队伍、啊、江苏 K1 已经把防守阵型摆开了，这两支战队都确定自己是最后顺位的队伍，所以说可以放开了膀子去好好大战一场。星河一颗手雷炸到碎落，而且这个位置小智有点马枪，再来一波手枪，第二次预苗没有成功，但是自己也没子弹，没子弹了，五发 UMP， 他需要去用这五发 UMP 分出胜负，换完子弹之后呢，直接前顶收下阿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再来一波，换好子弹，面对小帅，大家都有掩体，高打低，哎，最终还是被小帅反秒，不过好在 98K 的支援非常及时，星河呢，星河呢，星河，星河被星辰架了一场。遭遇战的时间，那这样一来江苏 K1 的其他两员全都可以扶起来，而且这个距离离圈也太远了吧、K1 已经来到第四名了，嗯，追得很快，但是这场比赛的圈型对于 K1 来说很坏，我觉得这场已经值了，嗯，你现在里外里算一算已经拿到十多分了嘛，你看这再这么一切，嗯，闪电有没有发现啊？龙仔已经开枪了，闪电肯定发现龙仔了、嗯、不过 27 闪电是过来拿圈中心信息的嘛，他们的重防方向还是在北部，这个圈型我大胆断言 JD 一家的成绩肯定不会差，肯定的，因为现在海岸边没有任何的队伍会干扰到他，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队伍会扎到他们的海岸边，除非原点对枪的枪法实在有点辣，那就是队员自己的问题了，是的，别跟 RSG 随便对啊，而这边 Showtime 在这个老六位我没有发现过，说实话。再来看这里啊，体男是选择沿着马路往圈中心扎，这里是直接请神上身了，嗯，请的是 AG 的灵魂，现在要面临天霸，直接要炸，要炸了，还撞了一下，哎，没炸成功，哎哎，小文，倒车请注意，哎呦，小文你的方向键呢？你真是炸了呀。主要是被队友挤了一下，对，没办法，这一波果然炸了，没办法。再来看这里，修坦在圈外拉开防线，想要率先把微博清理掉，微博已经倒了两人，最后还剩下明皇、啊、这个位置说实话想要操作很难，没有掩体，只有软性烟雾弹，而且对方你看两辆载具在自己脸上拱来拱去，对啊，都根本就不用跟你对枪啊，嗯，难受啊，微博。他其实上一个镜头给到他在三三快乐房里边，我就觉得不太妙，嗯，因为他们在对于周边的信息把控上肯定是做的不足的。对对对，那个位置比较自闭嘛，嗯，而且大家也没拉开。这场比赛应该是属于 JD 一家和 RSG 的故事 ，TC 的话也有机会。对，要看刷不刷到城里吧。如果刷到城里的话，嗯，我觉得 RSG 他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吃不了鸡。如果是刷到城区外面，那 RSG 绝对是大有可为啊。嗯，而对于 K1 来讲，他是怎么运营到这个位置的？且不说，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边自然散单掰九九两队指挥之间的 battle。啊，毕竟自然散还是防守方，而且九九是开车过来的。
身位是比较明显。虽然自然在身后有这个枪线的压力啊，但是派毕竟离得很远，而且还有树木作为掩体。只要他闪身枪打得够快，姿势够帅，这个分数他肯定是能拿下的。JD 一家，下一个圈至少也刷不出去啊。就算只要不是正北切，是吧？他都可以沿着这个海岸线，虽然这个海岸线比较崎岖，但至少被打了可以第一时间跳下去。对，他只要把这个海岸边框在圈里，他就可以不用动。是。他身后还有一个人，就是一开始堵他们桥的那个人。看来打手在西海岸没有找到船。哎呦，枪神被打了。哎呦，这里是在应该补不了吧？他爬到石头后，但是就是救不起来了。虽然补不了，但是也救不了了。对于飞将的这个分数太执着了。其实他们有更好的点位嘛。那这样一来，对于成都 AG 来说，在快要到圈中期的时候掉了一员大将，对于后续的推进来说非常受到影响。是，这不会再难切了，这再难切兄弟们直接同心圆嘛。同心圆，西部同心圆，西北部就是看上去和蓝圈相比是一个切角，不是顶角切，但是你结合陆地面积来看和同心圆差不多。如果是这样一个圈型， RSG 又把东北部顶住了，它的西北部的这个山脉它是一直能踩的，它随时随地能够回去，只要到最后的圈型刷到了它的山脚下，那这把它绝对是高分吃鸡。这场 RSG 就是重防住 AG 这一侧就好了， TC 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扎一手。不过这个位置王源是可以扶的，看世华这个下车位也没有被打倒。小小剑这一波要担心一下自己身后的枪线，毕竟已经没有了魏无限。那现在能不能拉到一楼，再用他的手雷创造一个防火线？现在对于TC 来，他们刚才队员的那一次倒地是有很大意义的，对对对，他至少判明了对手是谁。是的 ，FM 是在前期倒的两个人啊，前期倒两个人，大家肯定都能记得住。对，世怀肯定是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就干这个的嘛。哇 ，RSG 这边确实运营的很好，他是把整个蓝白圈之间顶死了，他很明白是其他队伍会来绕他的。现在唯一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就是 AG 战队会从北侧来绕，他只要重防住 AG， 这场比赛就吃鸡。哦，花师在旁边给到了压力，那把土著打倒了就可以服。如果 AG 被团灭于此的话，还要小心一手派，那这场比赛大概率是 RSG 吃啊。再来看这里 ，TC 已经知道了这个三层楼是 4M， 四个人封了非常多的烟雾弹来到一楼，但是如果要攻这个防区，还是要先用投掷物啊，因为在二楼有概率有一个夹角枪线，楼梯口加上正前方的房子可以打一个180度，对，也很机敏啊。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站位，就他和小小剑的站位是最合适的。对对对。王源拉上来一个手雷，但是王源的手雷可不认你什么枪线啊！扔一颗火，看看能不能封到了，他可以跳下去操作一手。先扶人，拉人吗？我觉得先扶人吧。哎，又给了一颗火，因为这颗火是可以拖延 TC 非常多的时间的。这就是现在的小小剑和当年的小小剑的不同啊！来了，所以刚才那是一次很好的操作的机会。哇，没有拉起来啊！这个就很难受了。对方是不会就火灭问题，我觉得不在战术，不在人员，而是在你们能不能够找回自己当年那种自信。不敢打就不敢打，不敢操作。这个赛季有很多回了，就是那种能操作的极限的，你想一想，你操作十把劣势团战，你操作成功一把大家就能记住，但如果你十把都不敢操作，对对，是的，这样的话对于整个队伍的自信心来说也备受打击啊。就虽然说刚才 TC 只倒了一个人，但一瞬间是阵型大乱，而且是烧到了至少两个。好，再来看这里，广州 TC 目前的防区再往前走是有一大片围墙，继续能往前面运营一点，所以他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卡住东北部的听派。听派放了非常多烟雾弹，想要贴到广州 TC 近点的防区，而且他们也贴到了，但是位置已经被广州 TC 锁定了。听派虽然出现在这个位置上，但 RSG 也损失了一个人，所以说这场比赛他们能否吃鸡要画上一个小小的问号了。是的，这本应该是吃鸡局啊。对于 JD 一家来说的话，现在就是要处理好南边的水鬼们。
啊 ，Showtime 已经被灭掉了。对，他现在在南边就是打鱼啊，随便打嘛，没人会影响到他。现在的天霸就类似于在第二轮的 STE， 在歪城西部的那个小房间，那个医院里。哦，对对对，差不多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的结局啊？要看后续的全血型。但凡是像今天的沙漠地图一样，把梅花桩刷到他们脸上，那可能结局也不一样。但是千万不要学派呀、啊，两眼一摸黑、根本就不看，就是要关注一下梅花桩包括蓝圈的速度。平地一家，我这场比赛觉得他们吃鸡的几率比较小，因为人啊，一旦捕鱼捕多了，就会陷入到一种想要拿鱼分数的这个是迷途环里。锁骨被白了之后呢，也是吃了一个蛮火。哎呀，七杀这个状态是真好啊！对啊，他今天光手雷淘汰我见到过有三个，就手雷击倒有三个。对，而且他是那种，他扔了手雷和火，一定是把你的位置能逼出来的，是会能造成有效击倒的。现在联盟里边的格局，哎，这边竞争倒了。联盟里边的格局啊，我认为像 NV 呢是内外兼修的，先看这边。这边龙仔和星辰的 battle 直接拉人，你脚步一停，对方就丢投掷物。听到了，必须要勇敢一点，要操作。对方是一个汤姆逊，大家都选择扔投掷物，很稳呐、龙仔这颗顺爆雷，星辰也觉察到了，赶快下水。主要是 K1 后面有一个架枪的，九八 K 是在帮星辰架枪的，所以龙仔不敢贸然踩到前方去，不然很容易被后面的九八 K 打残。不过趁此机会打手上岸了。我刚才看到，哎，打手这里应该到岸边了。怎么说，要不现在掏个老家应该挺难的，有地形差呀，他好像上不了。哦，他是在下面那一层。他在下面那一层啊，那就很难了。就是书接上回啊， NV 内外兼修，然后 TC 是内加功夫拉门，RSG 是外加功夫拉门。对， TC 的投掷物基本上是每一个人拉出来，那个抛物线一出去你就知道有没有。是，兄弟们一直都在互相影响，互相成长，没错。不过 K1 刚才那次机会蛮可惜的，如果星辰的投掷物丢得好一些，至少这个点能突破，也就能够让 98K 和自己形成一个犄角之势。没错，现在圈又给了个同心圆，而 RSG 的山头还在圈， RSG 可以再继续不动。但 TC 有没有那么多的烟雾能够支撑自己越过这条马路呢？刚刚是打了一波 Team 派，但是 Team 派过来的时候也封了很多的烟啊。我觉得没必要啊，因为至少现在自己还有一个矮墙，是在圈里的，至少要进前五啊！你这么好的一个局势不进前五，那就会可惜了。但他现在这个位置确实很难，你看左前方有 K1，正前方有体坛，右前方又有天霸加上高点的 RSG， 他基本上是被四面八方的枪线除了自己的后方全部覆盖完毕了。越是劣势的时候，一定越是要冷静。虽然说你只有一点点圈边，但是这个时候出去和白给和待会儿出去白给的结果是不同的。你现在白给那就是真白给，但一会儿你出去有可能会白给，但也有可能待会儿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不同。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天霸被山上 RSG 抽倒两个呢，你比如说体坛被团灭了呢，没错，或者你比如说 K1 和天霸之间又对起枪来呢，这都说不定。现在就等，对，现在就等熬。首先我刚刚看到像素身上是有七个烟雾弹的，这个七个烟雾弹至少能把 TC 的一个人送到前面的小房子里，就跟这个龙中队当中说的一样，以待天下有变，你现在这种局势出去那就是纯纯的白给。等待，或者你靠自己的机会你击倒天霸一两个，但毕竟是 TPP 啊，天霸要主动来卡你才会给到一些机会。是，而且天霸这三个人的站位，他的重防方向在山上啊，我感觉他们白起那种积木阵，一人一层，你看对不对，如可识得此阵。我不认识，不认识，兄弟，你这个阵我都真没见过。他好像对于外面的世界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对啊，现在 TC 是最靠近圈边的，只要下个圈切过来，他们肯定是要先卡 TC 的。那反倒 TC 现在最大的敌人很有可能是刚一出来，他们将会面对的枪线上 RSG。没错 ，RSG 现在是俯瞰众生啊。他现在就是这个圈里的上帝，对，看看他们这个神，他这个神位啊，会不会被圈给夺走？看一看，还是继续续费一个圈的神位。对，那这样一来的话 ，TC 继续可以不用动，没办法了 ，TC 只能起烟了，对，必须要走了。
哇，他们是封了三条烟路，这样会让敌人猜测不到你们会走哪一条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几颗烟雾弹，我已经数不过来了。家大业大呀！他们还成功的把四个人都送到了今年的防区。我的妈呀！而且他们还留了一手、WY 和七杀不着急进去，对，想先骗一下对方的投掷物，很聪明啊。这等你天霸把投掷物丢完了，哎，我再进防区。不过天霸也没有着急动，或者说他们刚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是要防一手 TC。我觉得他们这个站位确实不太想防守啊，因为你看余生和酷狙狙是踩在那个防区最里面的，像素非常的冷静，看到了吗？看到了，应该看到了一点点吧。哦，被烟挡住了，但是身位的判断是大概没有问题的。对，毕竟那个方向开枪了。那如果是这样一来 ，TC 的四个人都贴到了近点，得意者肯定是更加圈中心的体坛啊，因为这两个队会互相制衡的。天霸在寻思啥呢？不知道，这个我真是猜不出来。男孩的心思你别猜。然后南边的话 ，K1 这条防线应该是守不住 JD 一家的。是的，他毕竟是高地上线，而这个时候闪电倒地。烟雾当中没有操作空间了、这个时候 JD 一家这场比赛或许就到这儿了，因为他们没有物资补充的。对，他不像 TC 还能够舔一手啊 4M 的烟，只能看下一个梅花桩。对，刷给了 RSG， 圈行继续给到 IG 一个圈的神位。那这把 RSG 不吃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了。我觉得肯定吃了，铁吃。TC 逐步的把天霸的四人全部逼在了一个防区之内，就看他们的进攻性投掷物到底有多少了。烟雾弹是很多、不是，天霸的脚是被粘在这个房间的地板上了吗？那个地板里有胶水吗？都没动过。来了 ，JD 一家找到这边 TC 一个破绽，但是自己的开枪也是吸引到了周边的注意力，闪电下山了。我觉得可以，只要自己不倒，就可以让自己身后的队友给自己架枪。TC 终于想差一点点，沈思思还有没有操作的空间？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最后再一次恭喜武汉 RS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他们可以收起自己想刀人的眼神，可以展露出自己的喜悦。这个比赛在今天将会把他们送到总决赛当中。在第三轮终于有可以进入到总决赛的这种感觉了。没错，而对于 TC 来讲，这场比赛努力过也拿到了分数。这一把 TC 跟天霸完全是两个极端。TC 在不停地找机会，不停地往前冲。是的，而天霸不停地在开会。但是对于天霸来说，我们没有看到他的物资情况，也许确实是比较穷嘛。对，因为你从跳点角度来看的话，拿到这么好的位置肯定是付出了很多的搜索时间，而且确实他那个防区背部的所有的窗口都被 RSG 架住了，而正面他又会面对体坛，面对 TC， 面临多方的枪线，可能他认为在那个时间点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这就让我想到了那句话嘛，地小而不储备，力小而不畏强，这是取乱之道，取灭之道。没错，那天霸可能也真的是认为自己不管是地缘上也好，还是因为这个物资上也罢，没有机会去和 TC 兵强马壮，包括物资特别充沛的一个情况去进行一个 battle。 他一直等到了什么时候呢？等到了这个一家突袭像素的后身。不过呢，通过刚才场间的镜头来看到，像素应该是对这场比赛的最后成绩不太满意的啊，但是我觉得作为 TC 从东部一路往前推，推到决赛圈的这个防区已经是尽了大力了。没错没错，当然了，上场比赛呢体坛是活到了决赛圈，确实像你所说的换上一个人有不小的改观啊。但是那次盲扎我觉得也可以上一个马车集锦。我觉得如果在最后的时刻小文还在的话，也许这个结局就不是 RSG。 毕竟 RSG 是给到机会了，他让闪电下去收分。对，但是对于闪电来讲，他既然已经贴到了近点，就有可能会白给。但好在闪电他刚住了，对，他也知道自己的背身是有两个老大哥帮着架枪的，只要近点他不犯任何的失误，他只要立足在此，基本上这一把他们就是手拿把掐了。是的，那这场比赛过去之后呢，我觉得格局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但是呢，
我心目当中的晋级队伍啊，有两支，我觉得今天是大有机会的，那就是 TC 还有 JD 一家。没错没错。而对于 RSG 来说，他这个是怎么说呢？是从前两轮掉下来的，就是谪仙人，他是从上面掉下来的，他不一样，他本应该在第一轮或者第二轮晋级的一个队伍，他本来就是应该在前面两场。如果假如有某一场发挥的更好的话，他肯定就已经进去了。是的，当然这场比赛天霸也获得了不少的分数。对，毕竟是活到了决赛圈，并且也拿到了不错的淘汰数。现在50多分的这些队伍还有机会，因为之前按照 AG 的惯例啊，也不是惯例了，有一次给我们示范了一下，前三场比赛默默无闻，后面两场比赛重拳出击。哦、他那两场应该是拿到了50多分。对，50多分，所以说50多分的队伍都有机会哦。这把江一铜铲宝确实是在桥头堵桥，没有堵好吧？没错。前三的分数分别是94分、71分和68分。目前来讲 ，K1 和天霸也是对于 TC 战队有着很强的冲击。这场比赛之所以北京 JD 一家能够拿到这么多分数啊，也是因为他们占了岸边的一个打鱼位，鱼里边的很，对，海里边的很多鱼，对啊。第一波是先把江一铜铲宝解决掉了，然后第二波是因为这个圈型刷到了西北部，而且有大部分的水域，他们是选择用，应该是用船开到了岸边，而且在后续的至少三个圈型嘛，都是囊括在岸边的。只要他们守住岸边，把岸边的所有的残边清理掉，慢慢的再通过这些岸边的毒狼或者残边的烟雾弹啊，来到决赛圈，他至少有一个前五的排名分嘛。是的啊，但是现在你说赛制改革之后，这前五的排名分真的是不够解渴。对，两种情况，你要不然的话就是吃鸡或者拿一个前二或者前三，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在中前期取得很多的分数。你看 K1 这场比赛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对于我的理念是，只要进了决赛圈，只要在前五，无论我是，除非我是独狼啊，只要我是个残编，两人编制、三人编制，我都有机会能拿到不错的淘汰数。没错，那么这场比赛有很多的精彩瞬间，一起来回顾一下。再磨一会儿，可以再磨一会儿了。烧火了，烧火！炸死！牛逼！牛逼！牛逼！死完！倒一个，英弟。倒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大二楼抢不见，炸死！有，死了，同学。这箭头，我靠！你们站前方有，我已经埋过去了。倒一个，牛逼！死！牛逼！活的，慢打，自己玩，这边倒一个，牛逼！这边再圈，不急，没事。金锁。两个干啊，漂亮，漂亮。今天没死吧？隔离也单干了。挺好，左边还有一个。走啊，牛逼 ，nice。哎，猛 K 头啊，他们。哎，猛 K 头啊，他们到底是谁 K 的呢？我觉得格子肯定没有 K， 那肯定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淘汰榜。这边格子是17个淘汰，第二名是画画，第三名是像素，第四名是竞争，第五名是闪电。RSG 确实在决赛圈，只要保有3人以上的编制，它的统治力是非常恐怖的。而对于像素个人而言，我觉得可能真的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吧，但是现在 TC 毕竟的分数还很高嘛，包括 JD 一家，我觉得队内氛围很好，所以才会有一个好成绩。一家是不是有持久稳阵、逆机制胜？本场比赛 MVP 给到了帅男竞争啊，没错。在最后的决赛圈里面，北京 JD 一家也是从南部的海岸边封了3颗烟吧，贴到近点，也拿到了一些劝架的分数。是，但确实他们从南部往前贴有非常大的过点，如果不像 TC 那样兵强马壮，有非常多的烟雾弹，其实他贴到近点，的过程当中就会被折援。是，你看我之前预测 JD 一家会晋级，就是在这轮晋级了。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支队伍，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小小库的一个回归，而且就在小小库之前也回归了。有人说他之前回归的也没有什么状态啊，那是因为人在伤病过后再次回到战场，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那现在来看的话，小小库包括这个团队的氛围以及说是个人的竞技水平呢，都已经到了一个不错的状态。而且仔细一看，其实北京 JD 一家他在整个常规赛里面他的排名是第五名。没错，我觉得在第三轮晋级应该也不是一个意外。是，好，那么这场比赛呢很精彩，但是后面两局比赛才会画上一个句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未定时机的关键就是这一步，一加十 Pro。怎么连你都开始人体表演起来了？吊针太严重了，你打一个试试。那我稳定世界的关键就是这一步，用一加十 Pro 快。是 Pro， 2022和平精英职业联赛赛事指定用器。尽快拿到装备，马上前往最后目标地点。欢迎回来，我是解说耳朵。大家好，我是解说曲涛。不想单排的特种兵们，记得用 TT 语音匹配玩伴开黑，年迈配合，把把都进决赛圈哦。上场比赛战霸在这样一个极限圈型当中，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ISG 作为一个东部跳点的队伍，理应说顺位会非常的靠后，但是他们成功吃到了鸡，这就说明这支队伍呢。不只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莽到底，而是在这种极限圈型之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错，还是得益于前期冲击 FM 那波分彩吧。嗯啊，拿了原住民的点位。起来，给我看一下。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啊 ，FM 确实是很可惜，很可惜。他们看点位的能力是能够证明的，嗯，最后决赛圈那个位置他们是提前做了布置的，但是没有想到会从斜刺里杀出一支 ISG 将他们给斩落于马下。这个跟上一周的最后一场 ISG 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嘛，嗯，就是我有第一顺位，我有第一个最能最先选择的权利，没错，然后我也有最好的地形，但是我在前期没有想清楚，如果别人来撞我这个点放不放。是，其实第一时间如果收缩放的话，不说吃鸡，但至少能够保证自己在后部和 TC 进行正面冲突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员上的不说优势吧，对吧，你至少不至于一个大下风的状态。这场比赛的三段航线整体航线比较居中，那这样一来，对于首先我们刚刚看到的前期的 Rodian K1 和 VS 这一把肯定是看不到了。是，天霸选择了航段 A， 也就意味着佟家宝也有可能会选择航段。是的，如果真的去到航段 A， 两支队伍在 S 城揉起来，我觉得还是两败俱伤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这两个队伍它的分数都是比较靠前的，很有概率能够进入到前三，但是还是冷静了，因为五十多分以上我们就觉得有机会嘛，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是你要说从机会或者是队伍的状态以及精神面貌上来讲， ISG 现在应该是到达一个非常巅峰的状态了。嗯，他们并没有因为前两轮的失利，而且是那种特别让人忍俊不禁的失利，是而受到影响。我觉得一个是跟他们的队员啊都这个首先是团队氛围比较好，第二是大家的这种配合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默契程度，是会互相加油，互相鼓励。土老板这边不知道说了什么啊，感觉非常的开心。阿灿呢也是一直，我不想跟他急，但是没办法。看得出来，带着一个愉悦的心情，能够进入到这场比赛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正式进入到比赛当中。
位观众，这里是2022 PEO 春季赛季后赛第三轮第九场较量。本场比赛是由耳朵和曲涛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没错，还是看一看大家的跳点分布情况。江苏 K1 在航段 A 一开始就选择跳出飞机，如果他要强行回到 L 城的话，道阻且长啊。那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直接在山顶飞机附近搜，因为现在没有看到 AG 的影子。从航段选择上也可以发现 AG 的主要目标点。所以说 K1 这场比赛呢，暂时不需要担心自己在前期的一个载具问题。是的，至少不用担心像上场比赛一样 VS 会来和自己抢车。这场比赛 VS 能够回到自己的老家，那就要看看其他方向了，看看 P 城会不会有其他的两支队伍去选择分跳一下。有，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P 城要入点了呀。仔细一看，这个站位大家是选择跳到了一起，那这肯定是要roll了呀，这肯定不可能有分手的一个机会的。嗯，落地这边默默又捡到了那把大菠萝，但对方是一个 DPS， 自己也不敢拖大，但是他有一机头一甲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哎呦，黄色正义之法一喷带走默默，刚进门，这个确实是对他的实力啊。我觉得这一波默默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看不起自己手中的这把大菠萝了啊。但他确实是一楼打二楼嘛，嗯，有一些地形上的劣势，不过还好也得亏是他撤退了一手。嗯，不过呢，这边把大菠萝送到了老大哥 RGG 的手中，那可能感觉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没错，楚人逍遥手里是一把啊，不是 S12K 啊，那还行。686两发子弹，哎呦，喷中了，但是没有倒地，很没有收束器呀，啊，要有收束器，这一喷肯定有了。对啊，可能肩膀都喷弹了。对，连头带肩膀直接喷成了核。没错。那现在佟家宝的两元是有状态上的劣势，但是荣哥哥拿着大菠萝又被喷倒了，黄色再一次击倒楚人逍遥啊，这不是再一次击倒了 JDM 的选手打手，这个高点啊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致命打击。嗯，但是现在在人数上和气势上，佟家宝已经完全碾压了 JDM。 默默还是一把左轮手枪，我的天哪，这左轮一出枪，黄色改名吧，皮城执法官，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现在还剩下929，看看他最后的这个 DBS 能不能把929。哎，来了，微博 Gaming 想要劝架，花花配合上黄色两把喷子，面对一把 UZI， 看到了没打过，对方是一把乌兹，如果你喷子喷完没有喷中的话，那物资肯定是要将你收价的。嗯，而且黄色现在是没有打状态的哟。我看看 P 城执法官这场比赛能不能执法三个，但主要是他没有头啊。对啊，也是一个一级脑一级脑壳啊，不是，应该是没有头吧？我刚没看清。没头，没有头啊。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要被操作的哦。第二个没打掉，那这样的话没又换了一把手枪。P 城执法官。来不来？微博来了，微博看得如此如日中天的黄 Sir， 我觉得还是要先掂量啊，真得掂量掂量。但是从物资情况上来讲 ，Vivo Gaming 肯定是全头全甲，而且现在花花根本就不知道隔壁有一个北斋。你说花花能不能反秒呢？应该是没，哎，有机会了。哎呀，出枪了，出枪了就有机会了，没忍住。不可言，因为毕竟对于佟家宝的站位他是不明确的，嗯，只探明了一个花花的点位，花花很主动，哎呦，为自己的主动付出了代价，还是在比赛经验上有些欠缺啊。佟家宝抓紧时间进行一个二次发育，惊人已经开始绕后了，现在佟家宝已经失去了最好的上房顶的时机。没错，那就要看黄 Sir 和君莫他们俩的配合了，因为打手在侧面其实架不到太多的枪，圈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军事基地圈形啊，而且这场比赛 RSG 的选点是在军事基地，但是这个圈小岛和大岛是一个六四开吧，有概率会刷回大岛，但你要说陆地面积的话是一个五五开，和水域面积应该说是1:1:1。没错没错，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啊。嗯，微博 Gaming 还是想要通过这个淘汰分去把自己的排名向上去进发。
因为这个时间点佟家宝刚刚打完一架，没有太多的时间搜索物资，在防具上和枪械上肯定不如装备精良的微博。但是你要说中段的这一些防区来看，武装三个人不能够做到全头全甲，但基本上能够人手有枪。哎呦，军墨这个位置被放倒了，这个确实是微博啊，已经是有备而来，他应该是从一个高点的位置平视军墨，将其放倒。那现在佟家宝近点只有黄 sir 啊，他也不能且战且退啊，因为打手在对面帮不上忙。DBS 和乌兹的这两把枪秒伤是够的，但是容错率他没有啊。是，对方四个人突脸怎么办？如果同时在你的镜头里面出现三个人，你即便是前两枪喷倒了两个，那第三枪你也补不上。黄子现在应该是要不露脚步，听一下。哎呀，没办法，一直在镜里，这是一颗满白。是的。Vivo Gaming 这几分要收下来，看一下分数情况吧。52，来到第七嘛，第七左右。打手想走，但是好像非固定刷车点没有刷车啊。嗯，这个没什么机会了，没什么机会。最后佟家宝被微博淘汰掉。52分。嗯。开镜瞄。哇！直接把陈文潇的头皮喷麻了。哇！他之前在假车库有一波，也是对方只有那么一帧的在小窗口露出身位的瞬间，他也捕捉到了。对，反应很快。嗯，刚才这里一家的卡位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北渊位是另外一名选手在站，不太习惯啊。哇，枪神太莽撞了吧。冷静了一下，冷静了一下。听到你说这个莽撞啊，他马上也是收起了自己的年轻和戏谑。这有点太夸张了，有点不把两个人同时拔雷，同时哎，不是同时丢出。嗯，听起来刚刚好像是把油桶炸爆了。嗯，那如果第一波没有打起来，就要看近点的对枪了。这个位置打起来，如果 TC 速度够快的话， TC 是能够收到分的。嗯，这经常就是 TC 的一个找船点嘛，或者说 TC 再稳健一点，他会从 P 港去找船。但如果路过的时候看到 Team Pack 跟 AG 打起来，我觉得首先听到枪声，第二点是看到有导人，他肯定会拉一个人过来看一下。如果是两败俱伤，肯定要进来劝架的。这里被打残了，而侧面的枪神刚刚是看到两把冲锋枪。在 AG 的身上物资也不是很富足，他们这把是提速的。球离选择往左边拉，听到了近点至少有三个人的脚步，那其他的队友我觉得要拉过来帮一下忙啊。球离现在可恨自己没有投掷物啊。是呀、啊，听到了，直接听声辨位带走了掉文件。那这样一来，局势对于成都 AG 来说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啊 ，TC 果然是更求稳一些，直接是选择了 P 港拿船，但是这个圈型对于大部分圈外的队伍来说坏起来了呀。嗯，东桥反倒是车水马龙，因为西桥的卡是默认的。对，大家都知道北京基地家不会走的，而且这个圈型，哎呦，先不说圈型了 ，AG 这个位置又出问题了呀。嗯，陈春连打带补掉了秋离。没有把所有军派的位置都点出来。三三这个架枪啊，基本上等于在架空气，只能限制一手陈川川。是，所以说陈川川如果舍弃了这个点位，三三可以往下去走一走了。找到洛丽塔，哎，洛丽塔这个位置漏过枪了，你不知道吗？没办法，既然倒地了，那就只能靠队友了。不过好在三三是从刚才的防区里边走出来了，要不然他根本找不到这个侧身啊。是的，枪神一个跳枪又打倒了锁骨，现在在人数上，成都 AG 还是优势。但是在地形上，陈川川这个高点啊，对于成都 AG 来说是个非常致命的点位，因为自然菜已经从防区里边下来了，所以说陈川川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个高打低打低底的状态。嗯，要下来了，从天而降一个僵直被自然菜捕捉到，这波阿灿头脑很清晰，先是在后置位的防区里边卡住陈川川，然后看到陈川川不露头去打药了，马上又下来捕捉到一个洛丽塔。听说你说我架空气，哎，这一波我就要证明自己。确实人家的架枪有意义，但是
说实话啊，这波自然赞的头脑清晰，主要也是建立在 TeamPie 的这个头脑发热里边。洛丽塔在明知对方后点有架枪的情况之下，露了半个身位在外面。嗯，有一点不太小心了。而现在的山东 Showtime 也是一路从 Y 城啊，往东部桥一过，现在是在最东边的卫星楼，还要继续往南绕。这波南绕也就意味着东桥现在没有人卡桥，但是会有人撞上。嗯，如果大家的想法都一致的话，很有可能在路上。但是这个圈这么偏啊 ，TC 的登陆点可不太好找。对的，因为圈偏的情况之下呢，也就意味着岸边人很多。先来看这边，江苏 K1 是三辆车拍马赶到，要打的话要赶快补人，因为现在阶段三马上就要出现了。小帅这个位置打脚，哎呦，第一波预瞄点有点矮，但是第二波九八 K 也不敢冲，对方直接震爆弹就完了呀。敬礼，开始敬礼。哎，在震爆弹的过程当中呢，对方还倒了一个，他至少是打残了。而敬点只剩下阿姐一个人。SG 这一波。又出现在圈里，我觉得 RC 现在没有任何的积分优势，没有任何的积分压力可以过来圈啊。嗯，已经在看了，派了两兄弟在旁边，看能不能抽分。但是现在圈面打得这么火热 ，TC 战队的登陆点马上就要出来了。嗯，阿杰有六颗烟雾弹，要不在倒地之前先把它丢了？我觉得可以啊。既然这个防区到现在还没打完，啊，也不是护岛，那 RSG 还是回去吧。反正毕竟他们有最好的最优势的地点，我用不了，我也不能让别人给用了。没错，哎，你看他果然把烟都丢了。哦，这个位置的大战应该还是发生在东桥桥头，但已经来到了阶段三了。先看这边，星人面对对方两个人的突击啊，没有任何的办法，大哥们还在救人。但是这个位置无论是哪个队伍打赢了都进不了圈了。目前除了新上场的选手啊，Z9 应该是在微博 gaming 队内生存时间比较长的人。嗯，为什么旁边还有天霸？天霸还是不管，直接过桥。这波没办法管了。哦，他管了，他还补了一个。这还不走吗？我已经阶段三了呀，没有必要拿这个头了。他小看了一手，然后他的队友走了，但是领域没走。嗯，领域一直是单玩的那个。4M 看正面有点压力，三三过来支援，能不能撞停？这个车是开不走的，开不走的，开不走的，开不走的。北斋的架枪只能是在烟雾当中去扫射一手，抽抽奖。你要说微博 gaming 这几个人啊，他们的场均生存时间都是在联盟的中下段。嗯。哎，我觉得这波有点奇怪，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4M 是拿到桥头的，他在加油站呢，他有过桥的话语权的，而微博是后面来的那个队伍，那只能说这波是 4M 主动去跟微博打的，要硬过。那西桥既然过不了，那只能从东桥硬过了，肯定只能过。而且从卡桥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西桥更好卡一些。对，西桥的地形更平坦嘛，嗯，而且有很多的卡桥点。这个圈型里边。半天没有出现 TC 的倒地信息，那可以判断 TC 是已经上岸了。对，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登陆点。而北京 GD 一家也没有去因为卡桥耽误掉自己的拿点时间，他变了。嗯，他变了。之前他是要一直卡到他的桥头不在圈的，嗯，他现在是在他有圈型优势的时候，他主动舍弃桥头，快到三圈的时候他先集结。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北渊啊，嗯，先在队友三个人卡桥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先来西边探点了，而且也拿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好点位。对，但是后面被其他队伍冲了嘛。嗯，所以这一波集结，只要这个圈，其实我觉得这个圈怎么切，他们都有的打，有的推。是。圈型终于是将水大部分排了出来。那从南往北我们来看，天霸刚刚进圈，他现在没有信息，应该是不敢硬推，除非有劝架的可能性。嗯，要找一个点位去扎了，而没有去注意圈外的天霸，万一被打到两个侧身，那这波你看出枪了，出枪了，但是没有形成击倒。阿杰趁此机会 ，RSG 一瞬之间阵型大溃，弟弟倒地，天霸的机会来了。格子想要帮忙，花师也没能打过阿杰。
那这个时间点就是天霸最好的进攻时机了。闪电没有选择去狗排兵分，而是要支援正面战场，毕竟两个队友还是在倒地状况。没错，阿杰要接一个闪电，但是闪电非常的潇洒，直接一个旋转背身，一道闪电把阿杰给劈成了盒子。而现在格子是一个人去圈边找位置，留闪电一个人扶其他的倒地的两兄弟。头脑很清醒啊！天霸这个位置拿下了最后的入场券。那 4M 进来之后就会少一个点位。没错，现在也是趁着 RSG 跟阿杰打架的间隙来到了 RSG 的老家东南部的最高点。是 4M 现在只能在山下等待一下，或者是往东北方向窄边去清，往窄边山上去拱。没错，不过你看他东北部的这个防区还在一点点圈哦，他还有机会能玩，但他肯定要上山的吧？这不上山，等到天霸在山上把这个防线筑好了，那 4M 可能就没机会了。还是要先把自己的点位踩住，然后再上山吧。ISG 大难不死啊！闪电这一次支援是非常的及时。没错 ，RSG， 但是自己因为闪电刚才过来支援，所以山顶的位置被 Showtime 踩了下来，他没有选择去反攻自己老家，而是往东北部方向窄边去清，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 4M 已经进圈了。是的，那这样一来如果强行绕圈的话，可能会让自己处于两面夹击之地啊。这个时候倒一个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这里是 4M 和天霸两支战队。没错，如果这个时候打起来，但是现在花师炸走了小北，我觉得兄弟们要转，要转头一转，要转赶紧去打山头。不管东北部是 4M 还是天霸，现在自己的老家有机会能拿回来，还是拿老家吧。没错，话说贴到近点，只要没倒，那就有机会跟对方打一个近战，而且手上还有一把 DBS， 胆子很大。但是现在自己的状态不佳，才在面前打药呀。进了山顶的房子，这波看来 ISG 要原地爆炸。没错，天霸也闻讯赶来，感觉这个山头有分可以劝，有分可以拿。而 VS 也是这么想的，那这一波混战打下来，估计会让 Showtime 和 ISG 这两支战队至少不能够保持一个高编制。而 4M 那边突袭了天霸的后路，天霸现在也很难受。VS 这一波机会，如果能把握，撤还能撤得回去吗？他们的防区至少是在圈边的，而且这个山被刷走之后，山上所有的人都要下山。要么开车要么走路。不过刚才 TC 确实错失了一波好机会啊，这个圈西南切以后 TC 进圈没有好点位， VS 那个防区倒是不错的选择，可惜他们没有发现。对，他们其实发现了也过不去啊。对，没有载具的情况下他们是开船过来的，只能徒步干拉。没错，小智放倒了释怀，98K 放倒了七杀，两人倒地，应该是后点架枪的人倒了，那就说明 TC 现在在徒步进圈。是的，虽然封了非常多的烟雾弹，也只能被别人打靶。有没有烟啊？有烟，但是这个位置已经被锁定了。但好在是来到了蓝圈之内，而且这里是窄边，缩的还慢一些。释怀这边应该都救不了了。对 ，ISG 果然炸了，这边只剩下了格子，没办法，被阿杰那波打了两个，很伤。是，整个节奏乱了嘛？闪电出来，虽然说挽救了，但是呢，点位丢了，这就很关键。对对对。K1 这里虽然只有两个人啊，但是凭借地利和圈形的优势，这里能够二防三成功，有几率。现在，但是你们这个投掷物丢的有点麻，很瑕疵啊。对，只能靠枪了，反而还被七杀炸倒一个。哎呦，那像素如果能够扛得住，哎，没有扛住，扛不住了，枪线太多了。是的，我看到至少三支队伍都在对 TC 出枪。那这样的话 ，K1 和 TC 是处于一个直接的竞争关系。而 K1 这一波小智至少能活下来，他只要不太贪枪。没错。格子现在的位置非常的尴尬啊，在别人的眼里，在朔风的眼里，也只能化为了分数。VS 现在在这个防区里边，虽然日子上过得还算平稳，但是一旦刷出这个防区，打过这里决赛圈的人都知道，这个防区是没有出头的机会的。对，这个防区跟 Showtime 的平坡相比的话，它更低一层。是，那他要主动的打开一个突破口，往前推。小智现在已经来到了前八，开始有了排名分。
如果再能够打一个神森森的背身，而且他还把队友扶起来了，嗯，那这就不一样了。是的，两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强太多了。两个人能打配合，一个人的话只能单打独斗。对。4M 这场比赛来到了东北侧，也是因为天霸的一个失误性操作，导致东北侧还是 4M 现在说了算。嗯，而且 4M 的近点啊，只有天霸的一个独狼，所以在整个东部 4M 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他只需要给到南部的修炭和正北侧的 AG 一些压力，让这两个队伍不要靠近他，慢慢的往前推，他也有机会。哦呦，这局差一点点。可惜的是小小剑不在，不然小小剑也非常想要玩一玩这个 MR4。这个圈一刷 4M 的机会他累了，现在要重防的方向我觉得应该要放到北侧了。嗯，分一个人去看北侧吧。南侧这里 Showtime 的一个心头之患呢在于身后的 VS。 没错，但是如果你就被击倒了的话，那 Showtime 可是要用载具拉过来了。这个载具能不能开呀、啊、要不先把他的载具打烂。嗯，先来看这里，小智贴到了近点，配合上 98K 的枪线，这果然就是二人配合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加上排名分， K1 和 TC 是处于同分的一个状况。嗯，那晋级之势还得看最后一把呀。这里 Showtime 是有载具能动的，但是他一动就解放了 VS。VS 正愁没有地方展开，说他们至少是有圈点可以踩了，但这个点位很自闭啊，是在 4M 和 VS 的两个枪线之下找了一个不错的坑，只要 VS 往前顶，并且用手榴弹往前方的坑里面一扔， 98K 还在侧面帮助了 VS。 嗯，但是朔风为什么又狙了一个 VS， 那三方进行了一个恐怖的平衡啊。嗯，互相削弱，但是收他们应该是最难受的那一个。对，现在他们根本就抬不起头啊。 K1 在修他们， 4M 在限制他们， VS 在炸他们。 VS 烟雾弹应该不多，要不然的话这波是要早早的把自己的阵线往前再提一提。对，他基本上都是干拉到近点再扔东西的。有人说那 VS 不是更难受吗？说实话就他那个防区能出来都已经是烧高香了，很难受的。所以他在出来的时候已经掉了两个人了。嗯， K1 也趁此机会进到了圈里，拥有了圈点，但 4M 这一波沉迷于南侧的打靶，没有看 AG 啊。嗯， AG 将会成为他们在决赛圈的一个有力争夺者。对，AG 已经在大家打靶的时候拉开了枪线。是，纯洁还有一颗火扔完围下队友，这结合纯洁双结组合。嗯啊，但是不甭管什么组合，这个圈他就是很难受进不去。这个 K1 又摸过来了。哇， K1 这两个人打得像一支军队一样，从南推到北，从北推到南。而且现在如果他们的手上还有投出，还能再推推修炭。K1 已经来到了第二名。嗯，说终于是一个栓狙啊，带走了 K1 的一个人。没错，这个分数拿掉了， JD 一家终于出来了。但是修炭现在人的血量已经慢慢抬起来了，所以说对于小小库来说他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嗯，至少他不用啊，不用像 VS 一样受到南边枪线的限制，南边是他的队友，所以说小小库应该说机会更大一些。小小库只有一颗手雷啊，扔完了还扔远了，没扔照，没炸到。但是配合上自己队友的燃烧瓶，还是打倒了小北。这个圈型又往西北部一切，赶快拿载具回老家吧。可以回，正面的收他们和他们没关系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吃鸡最重要吧。是。但是现在好像对于 Showtime 的分数念念不忘啊，他还把 Showtime 的分数撞倒了，然后补掉了。那现在这个决赛圈有意思了，三支战队 4M 是从圈外推进来的，也是没有舔过包，所以说他们的物资应该挺差的。而对于 AG 来说，早早的布置和信息收集能够让他们在决赛圈占到一些便宜。没错，而北京 JD 一家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比别人多一个人。
而且在他这里还是挺明显的。现在要看看蓝白之间的自然才能够给到 4M 多少的压力。如果 4M 要往北侧窄边去清的话，那自然才的这个架枪位他们是必须要面对的。是的，魏无羡正面去冲 JD 一家是不太现实的。首先你高冲低，没有任何的掩体，只能是往窄边去清，拿一些反斜坡之类的位置。而且你冲，无论是 JD 一家的任何一个点，你都会被其他的三兄弟的枪线覆盖的。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北京 JD 一家吃鸡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是的。而对于 AG 啊，自然餐的发挥很关键了。没错，只要至少他这个点是不能倒的。我觉得从 FM 的角度来看的话，打北京 JD 一家实在是太难打了，我觉得不如去尝试一下打成都 AG 这一侧。至少你不会被三杆枪线一起抽，找一个方向。而且三灿的架枪点位应该是挺好判断的。首先在东北侧没有太多的掩体，你只需要看大概看着这个点位，三灿一出来没有秒掉你一个人，朔风的栓狙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对对对，他们认为现在的高点还有一定的圈形所在，还有圈点，不着急，等一会儿，等下一个八阶段。这棵树也太窄了。哦，那北京这里一家吃了，剩下两只站的机会并不大。除非这个时候啊，北京这里一家想不开，脑子不清楚，来硬和山上的人对。对，就不要，而且也不要开车往前猛呀。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对枪的意义啊。对，意义不大。只要待在掩体后面，用第三人称视角观察。如果对面冲过来，那你就开枪。哎，竞争已经发现了趴在地上的三三。这个位置说实话，正面去面对 JD 一家只能让自己拿一个第三的名次。先把人扶起来，想了一下还是要从背坡去打，而且也有效果。魏无羡果然还是被自然灿的这个架枪位给收下了。那北京 JD 一家也可以启动了呀。启动来收下自己这一局的鸡。AG 战队枪神倒地，北原来到坡上之后呢，也不敢拖大，毕竟自己这个位置倒了，那就等于白给，没有办法救的。还是站住一个圈点，通过投掷物尝试一下能不能把这些分数补掉。现在圈里边三分之二的位置都是由北京 JD 一家来掌控的。没错，只需要驱赶 4M 跟成都 AG 先打起来，坐收渔翁之利就可以了。三灿也不想坐以待毙，开着载具往山上去拉，他不想拿一个第三名。载具带走朔风以后呢，三灿拿下了这场比赛决赛圈里边的两个淘汰。没错，总淘汰来到四个，三打四，三餐还在找机会，拉到了最高点。这一侧如果能打倒一个人，我觉得还有机会。小小姑已经被打残了。哦，小小姑倒了，现在 AG 是有生力量三个人，但是这颗手雷北渊炸倒了三餐，炸残了枪神，同时原点竞争枪线也打倒了枪神。那现在对于北京 JD 一家来说，三打一。兔兔兔老板侧身被北渊给捕捉到了，但是北渊没有瞄具，刚才三连暴走，切上红点，收下了这一击，恭喜北京 JD 一家。那通过这一击呢，几乎也是奠定了自己今天晋级的一个积分优势。我觉得对于北京 JD 一家来说，还好这一局机场圈他改变了，他如果又是跟以前一样在桥头赌到天荒地老，赌到世界终结，赌到世界毁灭，我觉得他这一把也没了。他赌那么久的时间，我不知道世界毁不毁灭，反正他自己是要毁灭的。对对对。但这场比赛呢， JD 一家也是做出了自己的改变，这个桥卡一卡，卡一卡别人的顺位就可以了。对啊，影响一下后面的人，让他们都去其他地方，要么开船，要么去走东桥，就 OK 了。在常规赛，北京 JD 一家也是像 AG 一样，我一直把这两支战队呢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和同一个档次当中去看待的。在常规赛当中有高光也有低谷，但是总体来讲，小小库的回归让这个团队有了一个完全体。不管是北渊还是托尼，这样的一个轮换呢，还是要看后面的一个总决赛他们的选择。但至少在今天这场比赛来讲，我觉得北渊也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了。对，你看队友们在卡桥的时候呢，北渊早早过来站点，然后让自己在后期的去到圈中心，为自己的队友，为自己的老大哥们趟出一条血路。当然了，对于北京 JD 一家来说，今天他们和 ISG 应该是稳了，就要看看第三个名次会落到谁的手中。我觉得剩下最后一把真的不好说，因为上一轮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把，很多队伍因为他可能的积分比较靠后，他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所以他可能会选择快乐起来。是，当时在做预测的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
K1 的机会，嗯，啊，不如 TC 的机会大。但现在来看，这一把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是踩住了一个比较近、比较稳的进行线，嗯，但万一有其他队伍快乐快乐起来，对，就是在这种快乐局的情况之下呢，谁能够在乱局当中取到分数，或者说做好准备，那就是掌握了胜利的密码。哎，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在下一把有很多快乐队，那不如，比如说我第四、第五，那我就找一个特别远的地方一跳，对吧？我前期你不可能找到，比如说我跳个山顶废墟，你圈中线队又不可能跑到山顶废墟来抓我吧，对不对？然后在大家都在大乱斗的时候，这个时候圈中线的压力肯定会变得非常小，我就有机会进去。这就是我比较担心 TC 的一个点，因为 TC 不管是你看以往他拿亚军也好，还是说在一些关键局当中呢，他们都是一直在做自己，他没有说做一个改变。那如果说这局比赛还这么稳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让别人的分数慢慢的拉开自己。即使他这一局可能能够到决赛圈，但是如果有一支战队也来到决赛圈，但是他前期拿到一些淘汰，很有可能会让他积分先到。有道理，有道理，因为我们前两个圈的淘汰分是双倍淘汰。对，有一支队伍如果在前期连打两队，他保存一个两人编制吧，他这个分数肯定就直接冲上去了。 TC 能够走到今天的话是成就于稳，但是关键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是失败于稳啊。对，在关键的时候爆发的可能性。哎，同时你别说，你看这个分数的对分布，17分已经有那个趋势了。而且对 AG 来说，他们的打法是什么？没人住的话我就拿一个点位，所以说他有可能能够在前期拿到一些淘汰分的。是的，特别是在这一场比赛里，我觉得吧，首先的看点就 P 城是一定要看的，是。然后第二点可能是 P 城北部的微博会不会再过来继续拿前期淘汰分，还要看看 AG 在前期一个动向，以及说是对于TC 战队这场比赛会不会有一个改变了。没错，好，那么这场比赛有很多的精彩瞬间，一起来回顾一下。方向母亲来了，走了走了，我前面走了，我后面有方向母的，快走快走快走，能走下去三个方向母，三个提高，加一个走完了，走来福来福，没闪了，出来了，右边右边，来死了，完美，给车封烟，找了边，把它补了，哪个帽子？山上吗？左边，右边，右边，来看一下淘汰榜，首位依然是格子，第二位花花，第三位竞争，第四位闪电，第五位是像素。其实大家的位置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而竞争是冲到了第三啊。但是对于像素这个点来讲啊，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呢，可能是对他的一个考验了。因为关键局当中指挥的选择可能会让自己的队伍在整天的结局上有一个不同。没错，但不管怎么说，不管他做出任何的选择，其实 TC 今天的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只是可能在圈上面来讲真的是有点不随人意了啊。最后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封烟徒步进圈了。同样的，对于这一场比赛来说， MVP 给到了上海 4M 的硕峰，一加十 Pro 持久稳针一击制胜，在中后期用他的 MR4 多次的为自己的队友打开了突破口，拿下了很多分数。但其实说到后期的一个发展来看，我觉得更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在前期他们在桥边的和微博 gaming 的一个争斗了。这场比赛呢，明显 4M 是应该说完美的打出了他们想象当中的自己应该有的样子。对，这一把确实是极慢进圈，对，不光在圈的中期拿到了分数，而且在圈最后拿到了前三。但如何把这种想象当中的样子打出来，并且转化为一种常态，是他们在要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很快的去做出的一个改变。是，毕竟季后赛可就只剩下一轮了呀，而且马上就要总决赛了呀。没错，那么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你大叔翻来，那东西给占来。啊！少主，你二叔把南云的粮食全都造了，这咋整啊？禀报少主，你三叔钱没了。你三叔还是挺睡的。啊！还有四叔，我们弃营吧。不行，要赢就不要怕输。就是硬刚。比赛进入到最后阶段，场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范冰急需寻求突破，我们看看他打算如何处理。他已经陷入了绝境，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还没有放弃，他依然没有放弃。我想好怎么走了，你看着放棋吧，只要不放棋就能活到底。全新别克威朗 Pro， 向阳而生，无处不乐，换新上市。 The Buick， 尽快拿到装备，马上前往最后目标地点。别克威朗 Pro 带你快乐破圈。来到了这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那同样也将意味着今天只有三支战队能够笑着离开这个比赛的现场。没错，但其实这要比周决赛要好多了，毕竟周决赛总决赛几乎只有一支战队能够笑着离开。对对对，现在魏无羡正在思考他们这样极致慢进圈的打法在明天和后天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像今天的刚刚的那一局一样拿到不错的成效。其实不管是魏无羡也好，还是硕峰啊，包括说是小剑三三以及没有上场的清晨，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呢，我觉得是应该要面对自己的心魔了。因为你不可能说，你看像三三小剑这种选手是吧，在双雄时代能够证明自己，为什么时间也没有太久啊，一两年过去就变得像我们口中所说的不能打了呢？魏无羡也是在场上证明过自己的，你像硕峰刚完拿完 MVP， 而对于清晨来讲是吧，他也有过单日高淘汰的一个表现，是是吧，大家都是有能力的。那就是说在这种人员配置上来讲，打这种慢进的复杂打法是不是最适合他们的一种打法呢？我认为是要画上一个问号的，对吧？但是已经到赛季的尾声了，我觉得现在再改变打法已经不现实了。那有什么不现实的？你如果有一些新的事，可能连总决赛都没得打，这就是比较难受的了，是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变则通，不变则穷，上场比赛的一个好状态看看能不能够延续到这一局。反正这一局首先能延续的是一个好的跳点加上好的航线，
跑的圈型给不给就不知道了。这场比赛如果来一个再来一个军事基地的圈型，那我只能说欲哭无泪了。那对于 TC 来说真的是欲哭无泪了，但是这条航线还算得上是可以的。嗯，但是我们也看得到的是，在季后赛的每一轮的最后一局当中都会有快乐队出现，而这样一个极限的航线也就意味着让他们的快乐变得更加合理了，被他让他们的快乐来得更加早了，对，变得更加合理了。那航线是这样的，我前期六点有问题吗？真不是我摆啊，兄弟们，真的是我在拿车的时候有一支队伍碰上了我呀。到底是他看我不顺眼还是我看他不顺眼？我看是圈型和航线看我不顺眼，一切都是天意啊。嗯，啊，这场比赛只有一个名额啊，因为虽然说分差也不大，嗯，但是 RSG 和北京 JD1 加这条航线上来看呢，都能够拿到一个不错的前期节奏。没错，除非说北京 JD1 加这场比赛上场就被打了，我觉得这个概率挺小的。嗯，他们在这几天的比赛，在这几轮的比赛里面都没有出现过前期肉点的情况。A 级上场比赛追了那么多分数，现在又有机会能够去争夺一个第三名，现在离第三名的江苏 K1 仅差五分。嗯，你看你每次笑的话，我们就会伴随你的这个笑容进入到比赛当中。嗯，啊，你不笑的话，我们就只能去找别的镜头了。没错，那现在很多战队笑不出来呀，但是对于佟家宝来说，花花应该算是他们在赛季尾声啊一个很大的收获。嗯，看看他这场比赛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呢？让我们正式进入。各位观众，这里是2022 PEL 春季赛季后赛第三轮的最后一场比赛。看看选手们和解说们还有观众们的快乐什么时候会来。首先看东南部，对吧，听派天霸还有一只红色的应该是佟家宝。嗯，这三支战队将会在 M 城附近啊，有一些摩擦，但是听派肯定不会主动来选择，除非说是佟家宝和天霸有人要来找车，但两支战队都没有要找车的意思，天直奔 M 城去了。天霸和佟家宝他们都是有机会能晋级的呀，但是有机会能晋级也是在于踩着对方的八分晋级，因为毕竟和前面的分差拉得有点大。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M 城我们再见吧。狼影，这不是有一个人开高伞看位置就可以了，两个人开高伞是什么情况？那这样的话佟家宝会在身位上和拿枪的效率上会更高一些。嗯，这样天霸在前期所掌控的防区就会变得很少，差一点被打鸟。还有一个，看看天，看看天，没有看，刚才那个影子都已经遮住了君莫头顶上的太阳了。对，不过现在一来佟家宝在近点有一个最快的速度能够集结人员，是，而对于狼影来说应该是被打中了一丝血。是是，其实啊这个天霸在跳伞方面就已经输一半了。是，但在枪线上面好一点嘛，要看近点领域能不能刚住，如果不能刚住可以往另外一侧走。啊，他翻过那座墙基本上就安全了，他还要反打啊，他还把黄色打残了，但是他被花花打倒了。说实话领域有点想多了，他只要到了自己队友的一个庇护范围之内就可以了，他只要一个字拖，但是他没能拖住啊，他也没有按耐住自己的想法。那两颗烟一封，这落地什么啊，还能捡到两颗烟，好幸运啊，一个防区里边捡了两颗烟。拉一下领域，大喊一句啊，大哥我来救你了。大哥说还好你捡到的是烟啊，不是雷。哎，还在他的还在黄色的脸上，哎，跑回去了。不过他确实是一把 S12K 啊。嗯，你要打这个过点的人现在是15米左右的距离，确实打不下来。而且领域刚才包已经打好了，狼影这个架枪位很关键。嗯，但是他的 SCAR 有没有瞄具呢？不过在这个距离里即便没有瞄具，嗯，凭借他们的枪法要打倒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波啊我可以看到的是佟家宝有机会能够从固定刷车点拿车走。嗯，但是呢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的防区了，物资上肯定要领先于天霸的。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嗯，是在 M 城的东南部有一个听派的人，是
钦派现在就在看，坐山观虎斗，你们两个队只要打个两败俱伤，我马上加入战场。当然现在三四名啊， TC 和 K1 因为圈形的原因， TC 是已经赢了半筹了，嗯， K1 呢是在最东边嘛，但是这个圈形是一个西部圈，就要看这把 K1 如何来运营了。嗯，不过这波肉点来讲暂时还是分不出胜负的。哎，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了，这一场比赛跟上一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来讲的话，节奏变得很慢啊，大家好像嗯没有那么快乐呀。派我快乐马上就来，你看东北部那些转移的哥们儿们，他迟迟早早都要有摩擦的。嗯，派也是想要来到 M 城分一杯羹，那也就意味着佟家宝自己的一个退路被阻隔了，被阻隔了。不过呢，现在还没有阻死。ISG 选择了直径，东部这么多战队，只有 ISG 选择了直径。嗯 ，K1 的话看到北部绕圈自己没有顺位，来到了 M 城的上方。他也想分一杯羹。哎呀，甭管是谁打 M 城，我 K1 都要帮帮场子。哇，他这个位置确实是来帮帮场子的。他四男一车，哦、四男一车。但是他有没有背劲啊？我觉得搜了这么久，多多少少至少有个三四背劲吧。但我觉得他应该不多。就是，首先四男一车证明他们去的地方不多。嗯、你看，穷嘛。所以现在有背劲的兄弟们已经在往下拉了。哎，他不会看到一个干拉的顾居居吧？他在看，另外一边果然快起来了，这是来自于圈中的一个快乐。ISG 在没有分数压力的情况之下，那快乐简直是板上钉钉的起飞啊，保证自己拿到一个更高的优势分。黄河楼下精兵来，本场的一血是由闪电拿下的，是的，就看谁想要再对 ISG 出枪了。你说 K1 是选择不行摸到 M 城，这谁能想得到啊？这就是我担心的，追逐 TC 的人在前期他在拿分，但是 TC 呢还在做自己。嗯，他这局除非说吃鸡啊，要不然 K1 给他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没错，现在他还在运营，而 K1 已经在拿分了。嗯、同样的，对于明明来说还有十个淘汰就能来到联赛的第一千个。嗯，那大概率是在明天和后天了。是的，什么明天和后天？五十六分，然后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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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Must。啊，余生也被抽倒了啊！这还是 K1 的枪线啊！嗯，哇，那如果这个分数又拿下 ，K1 又往前拱了两分啊！但现在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穷，太穷。这场可能能够拿到很多的前期淘汰啊，但是想打决赛圈进前五好像有点困难。对，现在三兄弟化为麦田巡逻队，哪里有人哪里敢打我们。立波，对，接上接上，四男一车，继续快乐，继续来继续来，快乐出发，看看下一个幸运儿不倒霉蛋会是谁。微博离得有点近哦， Z9 那个位置是没有火力位的，但是 K1 也不敢拖大，他又回头了。嗯，这波属实是不知道准备去往何方啊。当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就只需要说哎呦不错哦。嗯，小北错就错在不应该背向面对明明，他如果横着直接开，横着一直开，对，啥事儿没有，可能车会炸但是不会被直接扫掉。哦，丢烟，哎呦没机会了没机会了。佟家宝六十三分了，但可惜的是这场比赛天霸战队就这样被淘汰了。嗯，天霸只能去打明天的第四轮了。他那个跳伞我觉得真的需要，可能他没有准备好吧，他觉得佟家宝可能不会来。 AG 战队红色流星选中了 4M 的点位，这场比赛 4M 决定选择撤退。嗯，哎呦一枪头，赶紧往自己队友身边跑啊。嗯，现在 TC 战队是六十九分 ，K1 已经领先八分了。如果接下来一个圈形再来一个东切的话，那 TC 这场比赛很难追得上，我只能说。没错 ，AG 而且 AG 是占了矩阵的城区位置。如果往东切 ，TC 只能用一波盲扎扎到一个比较自闭的点。嗯，他想要继续运营的话，其实他的南部、北部都有至少两支队伍拉开了。
看看下一个圈型 K1 还啊，这个圈一说一刷的刷的话，这 K1 就没有机会了。他虽然说现在还在这个研究所附近啊进行一个二次发育，但是不管是从顺位还是从物资上来讲都是极度的劣势。我觉得可以说他没有机会吃鸡了，但是他还有机会拿分。对，他还有机会拿分，毕竟现在还没有到阶段三嘛。嗯，佟家宝和微博 Gaming 两支战队的遭遇战，京人和 Z9 作为微博最后的有生力量，现在点位却不是特别的好。是的，同样的这两支队伍至少佟家宝还有一定的机会能够晋级，但是佟家宝只有三个人啊，还倒地一人扶不了。君莫也拔雷了，但是他的拔应该是比 Z9 要慢一点。嗯，打手也倒了，那佟家宝只剩下最后一人，很难了。我只能说 Z9打一个时间差，对方一个秒蹲带走 Z9， 还有机会。是这一波可以等一手对手，等对手这个按耐不住了，想要去救队友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再后发制人。是的，面对微博三人，同样微博是选择扔了投掷物，他选择天降正义，达到了一个，而且自己有掩体，惊人的位置不太好捕捉。佟家宝还是决定先把分数收下，两个人二人转，惊人已经没有子弹、啊、但是这一波是一个操作失误啊，哇，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说实话这种失误你要说他业余吧，不应该出现在职业赛场上，我觉得也过于苛责君莫，因为这种情况下已经操作掉一个了，还能要他怎么样呢？只剩下君莫一人了，他现在需要面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失误也可以理解。对，可以理解。但不管怎么说，君莫作为佟家宝的独狼，四人冲击一样的是找自己的队友，在前期也没有必要跟对方打架吗？毕竟自己在圈中心还有更好的位置，这么好的分数优势，这么好的身位优势，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冷静冷静冷静，这个载具是何意、啊、哎呀没关系，这么大的优势一辆小小的载具何足挂齿，气了。不过他如果其他队友都是蹦蹦怎么办？他就只能去做宝宝位。对啊，要不然发挥自己大哥的本色，兄弟们、啊、你我来开，我来开，你开车太累了，我来开。哎呦、哦、这场全又排了 K1 一手，看来难啊 K1。 哇 K1 现在往南绕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他往北部走的话、有两个队伍，一个 TT 一个 4M 挡住了他想要往北绕的路线。你看 4M 的这个站位啊，应该是要准备接一手来自于圈外的绕队了。对，他想要把东北部或者北部的人绕圈的人卡住，或者 K1 我觉得啊，你要不就选择一个队扎得了，这样慢慢推啊。打劣势架是一定要有充足的物资准备的，你打劣势架没有充足的物资，那基本上没有操作空间。但是他想要扎也要找到一个好打的防区扎呀、从东北部往中间一看，他能扎的点位真的是少之又少。是，而这里闪电我感觉 AG 特别想把闪电逼停，我已经听到楼下 RSG 的选手在给闪电说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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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AG 肯定就是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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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撞出事了，自己倒地一个。那我觉得 RSG 冲了呀，他一百分他怕什么吗？对啊，我怕什么，我多拿点分稳一稳岂不美哉。来了格子一马当先拉到高点，说这个时候如果 K1 来了他该有多开心啊。哦，他可以直接撞，哎，球力刚被拉起来，哎，但是突突赶过来又撞倒了格子，连环追尾，快乐起来。这一波应该是大势去移啊，秀堂把这个高点一踩，舅舅手雷一扔，手雷要炸了，差一点点啊，突突，那还有机会啊，因为人已经浮起来了。而秀坦没有贴到最近的地方扔手雷，也没有照到人。AG 也已经来到七十分了，如果他挺过这一波了，那就不好说了呀。没错，但是图图这个位置走远了，除非九九的枪马了。他真的走远了吗？哎，你的背镜呢，九九？我不需要。
哎，这波宣战姆只有两个人啊，我们没有遇到。关键是九九这波马枪致命的点在于他让突突落位了。嗯，那突突一落位的话，修他们这个山顶就踩不住了。对啊，九九那个载具离他至少有个15米吧，然后 A 去山下的人再把这个状态一打回来，又把修他们的分一收。反正九九现在是难受了，撞没撞到，反正修他们出现在这个位置 ，KY 是有机会能够扎到一个好点的。没错。哎呀，大家都在快乐，只有 TC 在运营，在运营，在做自己。哎，不过你还别说啊 ，K1 是真的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目厕所。东边有人扎过来 了，那就说明什么呢？东边有点空出来了。嗯，那这一把 K1 还有戏，嗯，还有机会。而 AG 这场比赛，我觉得是更有机会的，因为 K1 虽然有风险啊，嗯，但是 AG 是没有风险的。你看 AG 现在在西边。只要小心南部的 team pan， 把旁边的 showtime 的残边给顶住，那就可以了。现在 showtime 的独狼管不了了，独狼已经走了。那最大的障碍就是南部的 team pan 了。三三拉了一个不错的枪线，拉到了右侧身，那这样会逼迫 team pan 不能在原地久留。打残了，自己还是倒在了默默的枪下。这样南边又出现一个强敌。来自于 Team 派和 J Team 的共同冲击。嗯，闪电在哪儿呢？我很好奇。还在原地吗？原地，没动，没动，没换防区。啊，最终也是被 Team 派给收掉了。Team 派一来心想，不应该啊，这圈里面这么好的点没人拿吗？搜了一下，一看，哇、哇、这个，你还别说啊，周边。保镖这么多，他这个厕所等于无敌厕所。对啊，而且现在 FM 根本拉不过来扔手雷的呀，而且 他只能打到那个门口。最离谱的，他好像是只有一辆载具在外面，他不会是四男一车过来的吧？我觉得应该是的，最多两辆了，因为门口有两辆嘛。嗯、你看还是得扎嘛，你推不动的呀。但是你这个位置，只能祈求后面的圈把你刷在圈中心啊，一旦刷在圈边，你就出不去了。是。AG 现在只有两人编制了，现在场上还有11个队伍，要看这边 JD 一家和 VS 之间的战斗。JD 一家也只剩两个人，竞争也倒了，北渊也倒了，一瞬间 JD 一家融化88分。那这样现在 KY、AG、TC 的机会又多了一分。现在是3、4、5名的队伍，嗯，但凡吃鸡，对于北京 JD 一家都有很大的威胁。没错。TT 想要来拿这个点位，雷仔在烟雾的外围，想找，但是自己踩了一颗火，面对770只能是倒地了。雷仔手上是有4颗雷的呀，刚刚没有用。小帅的 PP 也牛，阿杰的 UMP 45，看来这两把枪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发挥空间啊。VS 在这个防区首任两队，而南部的 Team 派。又把 J Team 打得只剩下一人，楚人逍遥啊，只剩下8支队伍了。那场上的这些残编呢，都开始有排名分入账。TC 战队也是适时扩开，他们明白，想要去晋级，不只是……哦，那应该是听到了。嗯，但是这个距离，我觉得想要扔进去有难度啊。是。哦，一颗手雷炸到了，原可以贴到近点，再扔手雷啊，再扔投掷物，再扔燃烧瓶。而在东部 4M 对于 K1 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 TC 选择了撤退。释怀的手上应该是没有手雷吧，不然不会撤退的呀。他们把战场交给了 4M， 但是33的手雷把 98K 补掉了， K1 现在骑虎难下呀，要换一个人过来，有投掷物的人过来，没有投掷物的人赶快撤退。这个厕所承载了他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啊，向左右放倒了33，而 4M 后院起火 ，VS 这边对于 4M 的冲击是很大的压力。嗯，小小剑也倒地，近点只有朔风一个人能够给到支援，朔风已经射空了子弹，纯洁打个药起来就能补人了。近点 VS 就一个呀，哎呦，但是魏无羡侧面又被像素打倒，这边 TC 开启了收分模式，而对于 K1 来说才是应该他们要先解决的目标啊。打着打着忘记了厕所里的 K1 吗？对啊，现在你收再多的分，你打掉一队 K1 就能拿到更多的排名分，而且这个时间点我觉得 K1 有机会。 K1 人现在只要
给 K1 给到第七名，他们依然是一分的排名分。但是现在像素刚刚是被打炸车打没了，那现在就看看 TC 自己的选择了。自己站在这个反斜坡左侧位还要受到 4M 和 VS 的一个威胁，VS 解决掉了，那就可以全清厕所，他们好像解决不了了，要看释怀了。释怀再拉过来的话稍微能帮到一下，不过好在场上都是大残边啊，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早早的解决掉 K1 的话，他们还是有吃鸡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机会更好的应该是 AG， 虽然他们只有两人编制，但只要接下来这个圈难切，他们也有吃鸡的机会。K1 79分，这个分数虽然说是微弱领先，但是随着这个厕所越来越无敌，他们好像已经看到了晋级的希望。要看下一个圈了，如果把这个厕所切走，那 K1 很难了，因为他们的载具已经废了。没切走，再一脚。而东南部的 Team 派跟江苏 VS 打了起来，现在是二打二。现在我觉得 KY 就在厕所里边不断的跳科目三，打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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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他的排名分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森森就这样带走了锁骨。不过呢，现在都是残边的情况下 ，K1 反倒成为了场上有生力量最多的一支战队。没错，哇，这个东南角已经打成了一锅粥，反而人数优势的 Team 派被神森森加上 VS 夹击淘汰掉了。四连枪王神森森，决赛圈开始发力，这不得不让我们开始期待他们在下一轮的表现了。我甚至觉得他好像也有机会吃鸡啊。是不是吃鸡的与晋级好像鸡关系不大啊，但是要打得爽吗？打不掉了，也没有投掷物了，这也是他们没有去强攻 K1 的重要原因之一啊。现在就看 K1 准备在什么时间点拉出来，就是现在，但是有点晚呀，星辰。不过现在拉出来还是有一个高地的优势，释怀想操作的话他得贴到近点，但是远点南部的枪线已经开始盯上 TC 了。这场比赛吃鸡的概率呢给到了成都 AG 30+，确实也正如乐乐所看到的一样啊，全中心的两个人都是独狼，而在北部的话是一个2-3的对峙，南部的 AG 只需要率先清理掉脚底下的神森森，依靠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远点加枪，一个人拉到近点，无论是扔投掷物还是用枪法完成一个配合，就可以拿到南部30%的面积。其实现在 K1 是已经来到了82分了，因为他现在被淘汰也是有3分的排名分啊。没错，而对 AG 来说这场比赛几乎是要吃鸡， TC 也是一样，所以对于这三支队伍来说任务都很艰巨，而且是在 K1 在早早被淘汰的情况之下吃鸡才行。如果让 K1 再进一名的话，第四名就是4分，第三名就是5分了，还要看下一个圈吧。我看到 K1 好像去马路边找载具，拿辆载具，这个载具一拿啊，是好车，紫色的，紫色的是好的，紫色的，对，紫色的是好的，那就不一定了。而且他现在的东北部的这个反坡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可不可以提前宣布 K1 晋级啊？好像不太行啊，要看这一波。苏一路是手上还有两颗手雷，而且已经把 TC 的所有人的位置都锁定了。但这个时候王远发起了反击，打倒了星辰，现在必须要抓住机会，如果再不抓住机会的话，那可能 TC 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他开车了，他来了，他要撵人，但是没撵到，拉了一个角度，对方的废载具，对方刚拉过来载具成为了他一个完美的掩体，小智也被打倒了，小智只剩下苏玉露一波二包一，先补人想拿分，面对苏玉露跳墙一波妖射能不能带走，没子弹了，但是自己的释怀顶住了，没有人攻过来清点，现在 TC 战队来到了75分，如果他们能够吃鸡的话，将会能够超越 K1。神森森这个时候想要把残边的 TC 清理掉一颗燃烧瓶，但是面对释怀跳枪没能打中，再来一波二包一， TC 战队这波 WY 和释怀的配合完美，但同样 AG 也在南部收下了自己的分数，现在他们俩是几乎同分的状况，谁吃鸡谁就能进，谁吃鸡谁就能进。
AT 战队第一时间选择了退让，他们想要去拿优势的地形。AT 可以先拿那个厕所，是圈里唯一的安全区，但是现在枪神这个位置让 WY 非常的难受，他的蹦蹦已经冒烟了，要炸了。而枪神已经在行动了，他也要拉枪线。世怀找到一棵树，配合上自己的车阵，能不能先打一个？现在只有先秒一个，形成局部范围的一打一。而 AG 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贪枪，毕竟对方在白圈的边缘，如果这时候被对倒一个，那就得不偿失了。枪神还是三头三甲，你想要在这样的距离对倒一个三头三甲，我觉得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秋离主动，秋离往南部绕，但这个位置不在圈啊，这里不在圈，要而且也给世怀制造了一个一打一的机会。世怀这边封了一颗烟，非常的机敏，要冷静，要冷静，回到刚刚的那个厕所。不知道世怀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资，最终也是在枪神的神枪之下倒地了。恭喜 AG 战队最后拿到了一张门票，恭喜成都 AG 在这样的圈形之下，在如此困难的绝境之下，在北部的两个可能会威胁到自己晋级名额的对手之下完成了逆转。可能很有可能在别人快乐别人激进的过程当中，淘汰分的上涨会给 TC 带来很大的压力，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带来压力并且最终击溃 TC 的不是 KY， 而是红色流星。我们一直在感慨说 AG 和北京 JD 一家是属于同档次的战队，他们在常规赛有过巅峰也有过低谷，但是当我们在这一轮提到 AG 和北京 JD 一家会晋级，会率先晋级，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相信，但是这两支战队用自己的实力用自己的表现击碎了所有的质疑，那也让我们祝福他们这两支战队能够在总决赛当中有自己的发挥，更好的表现。没错，在整个常规赛中，可能 AG 和北京 JD 一家屡次没有摸到周冠的门槛，但是他们到最后的季后赛当中，在第三轮终于是以前三的位次进入到了总决赛里面，我们可以尽情的期待他们在总决赛当中的发挥。没有想到一场平平无奇的下班局，我以为是快乐出发，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激情结局啊！在最后居然是三支队伍，大家都是竞争对手，而且就差一两分。是的，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 TC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最后的坚持。也许今天没有能够晋级是一个遗憾，但是往好处想一想，他们能够有多一周的比赛，就是多一天的比赛，多两天的比赛，去面对自己，去审视自己。而在追求胜利和做自己当中呢，我觉得如果我是 TC 的话，我也会选择做自己，因为你只要保持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保持属于自己的一个理念，也许到最后你能够比别人走得更远。嗯，所以说在此时此刻的话，我觉得喜欢 TC 的观众朋友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沮丧，也没有必要的过多的去甚至是失望。嗯，因为对于 TC 来说，今天他们做了自己，而且在今天的表现呢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只可能说在前面几局比赛当中呢圈运稍差一些，没错，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他们在明后天的表现。我觉得对于 TC 来说，在整个季后赛的表现肯定是不如常规赛的前几周的。嗯，但是正好这个时间点是季后赛，正好是总决赛的之前的一个比赛，如果在这样的比赛里面找到了自己最佳的阵容，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带着全新的面貌进入到总决赛里面，我觉得这样的 TC 才是让我们有所期待的 TC。 是的，当然了，今天的祝贺和掌声和钦佩也应该给到 K1。 最后一局比赛呢确实圈运太差太差了，而且他在前期他是主动的想要跟其他的队伍拉开分差的，没错，他即便是只有一辆载具，他都是让两到三个选手拉到 M 城的西北部去极力的拿分数，但是就是这样努力的 K1 啊，最终也是倒在了圈形的压迫之下。没错，虽然说 WYY 在最后给了他们的压力很大，但事实上来讲，这场比赛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在圈形上，他们没有能够吃到任何一个回切圈，只要是在那个厕所，虽然说已经有过一次沾边的圈形了，嗯，但很无奈，周边的压力不只是来自于 TC， 更是来自于 4M， 甚至原点还有像南部的神森森啊，包括说是后来的 VS 啊，所以说 K1 今天的失利呢
并没有说败给自己，这一点很关键。嗯，我觉得对于 K1 来说已经是目前整个赛季里面出勤率最高的队伍了。嗯，那再打两天的比赛又有何妨呢？保持自己的一个出勤率，同时也保持自己的一个好状态。那当然了，其实现在呢，季后赛已经步入到尾声当中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些战队，你比如像 TCKY 这样有实力的队伍，他们多打几轮能够保持自己的手感。但是你说前面晋级的那些兄弟们，会不会因为很长时间的休息而手感冷掉呢？我觉得有这个概率吧，因为很多的队伍，你像这个 TC 啊，微博他们对吧？他已经打到了季后赛的第四轮了。那对于可能头部前三晋级的队伍来说，他们整个这一周的比赛都没有参加。那我觉得可能在总决赛里面四天的比赛会给到他们一到两天的适应时间。是的， K1 很遗憾止步于82分， TC 同样也是82分。最后北京 GD 一家在决赛圈里边的一波 2v2 呢，其实已经是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了。对，主要是今天的两场比赛拿下了吃鸡，所以今天的分数是足够稳固的啊。 AG 的那波 2v2， 那 AG 的那波 2v2 其实看上去第一波拿厕所是合理的，嗯啊，但是后面拉上去也是让我们捏了一把汗，至少他给释怀是制造了一个一打一的机会，吓死人了。嗯，当然了 ，IG 从第二轮第一轮没有进啊，也确实让这个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不管怎么说，这一轮终于也算得上是功德圆满。对，我觉得从这一刻开始 ，RSG 是真的步向了强队的那一侧。没错。那当然了，像很多战队在这一轮当中所改变自己的一个表现呢，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Money， 所以说这个总决赛的门票啊，明天到底后天啊，明天还是后天，两天的比赛角逐出来，到底是由谁拿下，谁会错失总决赛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最后的结果。那么这场比赛呢，有很多的精彩瞬间，一起来回顾一下。你上我连上，我连上，我打呀。跟我跳出来能打吗？死啊！去水喵。倒了，老哥。OK。连有的拉你们这，有一个拉你们这了，看我经济标后面。倒一个，我打倒一个。这一个，这一个。哎呀，你们等火呢。死了，死了，死了，没了，没了，没了。你看，刚右下是有人，左边，左边这倒。牛逼。上来。先走一个。是毒了，小心毒！来枪，倒了，倒了，倒了，就一个了，卡着就行。牛逼！牛逼！来看一下淘汰榜，格子占据榜首，第二位是像素，第三位是花花，第四位是闪电，第五位是神森森。嗯，啊、最后迎头赶上啊，应该是拿了至少五个淘汰榜。没错，没错，冲上了淘汰榜。那除了期待 TC 和 K1 在明天的发挥，那神森森的状态回升啊，也是让体坛在明天的比赛当中有了更多的保障。是的，一加十 Pro 持久稳针，一击制胜。恭喜 WY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 MVP， 可以说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啊。棋差一招吧。嗯。不过我突然想起来了，啊 ，K1 不是拉了一辆紫色的车回来吗？对啊。那辆车不光是给 WY 当了掩体，最后也帮 WY 进了圈，当然也让 WY 被炸倒在那个车旁边。对，就是 WY 和他的队友至少有一个人是开了那个特斯拉的。对对对，就是那辆车。对，就是那辆车。但这个怎么说，你掰赢了 K1， 最后的赢家却是 AG 啊，两支战队呢确实都挺难受的。我觉得三支战队其实在决赛圈已经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了。嗯，你看 K1 我们在前期一直铺垫